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首先介绍与会的委员以及官员。首先介绍何新纯委员、罗志正委员，以及我们所有列席的官员。外交部吴钊燮吴部长，政务次长徐思俭谢武桥，领事事务局陈俊贤陈局长。亚东太平洋司葛宝轩葛司长，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张淑林张秘书长，亚西及非洲司刘邦志刘司长，欧洲司代理司长陈欣欣陈司长，北美司姚金祥姚司长，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司于大雷于司长，条约法律司梁光忠梁司长。国际组织司陈龙锦陈司长，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叶飞比叶司长，国际传播司陈明正陈司长，研究设计会古瑞生古主任，礼宾处郑荣俊郑处长，秘书处李方成李处长，人事处林文渊林处长，政风处丁国耀丁处长，主计处严忠勇严处长，支电处林东亨林处长，公众协调会李宪章李执行长，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赖明奇赖执行长，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翁英明，外交及国际关系学院高安副院长，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廖福特廖执行长，财团法人哪个？这个没见啊。还有一个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李百博李副秘书长，文化部人事处叶雪梅叶专门委员，教育部国际及两岸教育司刘佑伟刘专员。科技部驻外业务及管考科李嘉如李科长，经济部人事处陈慧珍陈副处长，经济部国贸局尼克浩尼主任秘书，财政部国库署检任稽核蔡淑林，交通部观光局国际组陈佩辰陈科长，卫福部国际合作组陈慧穗陈专员，劳动部综合规划司林永玉专门委员，农委会国际处国际组织科温祖康温科长，农委会渔业署远洋渔业组高玉轩高科长，原能会综合计划处陈志平陈副处长，金管会国际业务处苏慧芬专门委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刘家维刘专门委员。本日继续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先审查公开的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金额及提案。108年度外交部主管预算公开部分，一税入，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72项外交部第一目赔偿收入185万元，第73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5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31亿9862万5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4项外交部第一目财产孳息2685万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440万元，第85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财产孳息无列数，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86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财产孳息11万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3项外交部第一目杂项收入1亿9350万元，第84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杂项收入690万7千元，第85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杂项收入41万元。二岁初，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外交部第一目一般行政80亿0417万8千元，第二目
外交管理业务2亿4096万1000元，第三幕驻外机构业务30亿2930万6000元，第四幕国际会议及交流17亿6014万4000元，第五幕国际合作及关怀96亿0572万1000元。第六幕一般建筑及设备4亿0833万9000元，第七幕第一预备金7000万元。第二项领事事务局，第一幕一般行政2亿7795万6000元，第二幕领事事务管理10亿2509万9000元，第三幕一般建筑及设备172万5000元，第四幕第一预备金150万元。第三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幕一般行政6695万3000元，第二幕外交领事人员奖席1443万元，第三幕第一预备金12万5000元。以上宣读。我们税入第一案，请宣读。第一案，外交部税入第四款第一目财产孳息增列19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蔡适应等人提案，以上宣读。主席，第一案那个蔡委员撤案。好，第一案撤案，好，照例。税出。第二案，请宣读。第二案，外交部第一目人员维持政务人员待遇冻结300万元，中央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提案委员不在哈，我们不予处理。第三案，照例。第三案，请宣读。第三案，外交部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人员维持人事费冻结9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委员王定宇等人提案，以上宣读。都来，不在。提案委员不在，照例。第四到五案并案，请宣读。第四案，外交部第一目项下人员维持减列100万元，委员黄伟哲等人提案。第五案，外交部以经要方式任用未经外交特考人员派驻外馆，原针对外交部人员维持冻结5亿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提案委员不在。照例。第六案，请宣读。第六案，外交部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水电费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在。提案委员不在，照列。第七到八案并案，请宣读。第七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事务机器等租金冻结5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第八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其他业务租金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以上宣读。不在。好，提案委员不在。好，照例。第九案，请宣读。第九案，外交部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保险费冻结5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提案委员不在，照列。第十案，请宣读。第十案，外交部第一目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按日按件计资酬金冻结5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提案委员不在。照列。第十一到十三案并案，请宣读。第十一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物品减列30万元，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第十二案，外交部物品购置等经费增列原因不明，原予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第十三案，外交部应详实说明物品增列之必要性，原针对物品部分冻结39万6千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以上宣读。提案委员不在，我们照列。第十四到十八案并案，请宣读。第十四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一般事务费减列500万元，委员蔡适应等人提案。第十五案，外交部经费增加之必要性未说。
未已说明，仍针对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一般事务费减列6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第十六案，外交部新增员工协助方案任务一项，工作内容不明，仍针对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第十七案，外交部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事务费冻结35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第十八案，外交部大量使用劳务承揽，显不符行政院之规定，仍针对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事务费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委员马文君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我们请外交部是不是要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外交部为了配合政府的严格的精简，扩大事务劳力的这个委外，并解决本部驻卫警驾驶跟因为退休导致人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沿用应务劳务承揽的方式采购这个委外的保全驾驶，确保部里面的门禁安全维护及公务执行的顺利，同时节省相关的经费。在这个，我首先要跟各委员报告外交部这几年来配合政府严格的精简，技工工友驾驶总共离退了将近69个人之多当时是因为超额，所以依规定是出缺不补，工作也没有委外，而全部都是我们内部自行调整来因应。但因为这一两年因为戒龄的同仁非常的多目前延额是第一行政院核定的延额，依规定是可以出缺可以递补。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驾驶，行政院规定是27个延额，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部里面就有22个人事实上已经出缺了5个，明年预计还有3位同仁会届龄退休另外工友我们现在行政院核给我们的延额是24个人，目前我们现在是23个人，目前就已经缺一个人了，明年还有1月15号退一个，4月1号又再退一个这个人力实在是真的是不足那另外就是驻卫警驻卫警我们从早期31位到现在的23位，那目前事实上又退了4位，事实上实在在部里面执勤的就19位，但是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驻卫警是出缺不补，所以这个部分为了机关的安全我们必须委外但依据这个新的这个政府的规定，在107年11月18号新的规定，工友严格管理这个作业要点非超额的驾驶的人力的递补大概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公告职缺跟其他的机关来这个遴选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你4个月内是包文就是事实上真的就是人力真的很缺那事实上我们都是劳务委外，跟事实上一般劳动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请委员们多支持。主席可以问一下好，我先问一下因为这一年下年度的预算跟今年比起来就是增加654万嘛，现在增加650全部都是劳务委外那一部分吗？还是有别的地方有增加？基本上我们这部分大概就增加了大概将近500万，对还有100多万呢，500多万是劳务委外的一些增加，对对对，然后增加100万还是什么，是哪一部分？因为我看你的预算说明的都一样，唯一就是说你本来就劳务委外嘛，那现在又增加所谓勤务本部勤务保全驾驶的劳务委外，说500多万嘛，所以你又增加100多万是什么东西？劳务委外就700万，700万，劳务700万，对对，是吧？主席，我会建议就是说，因为那个刚才处长是有说明的那。我跟蔡委员都是希望删，但是其他委员大部分都是动了那我觉得那个说明可能可以再补，还是用动的方式来处理。其他委员林立强委员，主席，我在这边也是提那个简略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整。我看到你的，拍摄你懂我看到你的啦我是说我太好，那你要支持我啊你的那以我的暗号是用动的
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本来我有提案，那就这个部分，我们一般过去如果像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国宴场地的准备工作啊，或者因为国宴场地的准备，它必须符合要懂得国际礼仪啊，或者桌椅布置摆设等等，还有布达酒会的各项的布置。那这一些部分还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指挥，像监督军礼，这些其实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那你一般劳务采购来的人员要怎么样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他的养成是过去我们都是专业的人员，主要经过训练，然后必须要非常仔细的，不能出差错的这样的状况。那你劳务采购这些人员也用劳务采购的状况，你怎么样去？跟我们报告。事实上，我们目前有一个技工，他是兼班长。事实上他业务非常熟悉，都是他在指挥监督。我想只要同仁一进来，经过基本上我们大概，所以这些劳务采购他们待的时间都很长。基本上进来我们都会训练来培养他们，因为事实上我们办公环境非常好，一般进来的，因为外交单位跟其他的不一样，你的编制，因为你有些是特殊的工作，如果他是需要的，照理说你们应该要极力的争取，而不是用劳务采购。过去你们用一些优退的办法，因为一些因素啦，当然你们讲的是说你们那时候是超额，可是如果是外交单位，你有很多的工作项目是需要的，你不是用临时的劳务采购的人员就可以填充的。那这些其实你本来就应该要注意，因为你只要一个环节做错了，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个我们对国际上这些的礼仪或者我们的一些疏失，都会造成一些伤害。那你把它通优惠掉了，工友如果借领退休就退休了，那没话讲，因为你很多是因为把它优退掉，优退了之前有优退69人，高达70人。那你用了为了这些业务的需求，或者说过去没有业务需求，或者要精简人事，所以把这些钱省下来。可是现在反而这些钱都要给承揽公司去做，这样是不合理的。外交工作跟其他的，你如果打扫啦、警卫啊什么，那个可能还是其次。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做更深入的考量，这样是不是？主席，我可以建议哈，因为那个东西也是我关心，就是说到底是哪一部分是委外出去的哈。那他们是说什么本部勤务啦、保全，但尤其是刚才赵伟讲的本部勤务是哪一块外包出去，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我就是呼应那个赵伟的18案啦，就把它并到这边去，就动200。但是那个报告里面要针对过去几年来我们离退的情况，还有我们这个所谓劳力外包的工作的性质、人力还有费用这部分做详细的说明，可以吗？啊、主席，现在是16案有没有？14到18。我讲一下16好不好？哈，16案这个主要是针对你们有新增啊、员工协助方案，那这个部分工作内容并没有详细的来罗列啊、那包括执行方式等等啊、一般事务费你们增加了654万嘛。108年是编列3657，107年编列3028000哦，所以增加654万哦。那这里面当然里面之前说明有提到像保全啦、驾驶啦，108年起改常务承揽，那这个大概新增加562万哦。那其他的这个余额大概还有100万元，这部分并没有做说明啊、所以这边是有先提冻结的啊、但是针对我刚刚所提的像员工协助方案，这个到底内容是什么，执行方式是什么啊、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好，请补充说明一下。不告文会啊，有关委员所那个垂询的，就是说那个员工协助方案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是其实各机关都是从98年开始哈，有按照行政院的一个协助方案的政策哈，都有编列预算啊。那我们外交部因为之前是没有特别把它标示出来，那今年特别把员工协助方案这几个字把它在预算书里面呈现出来。那其实这个是一直都有在做了哈。那我们编了大概是334000块了哈，金额并不多。
那主要就是说它的内容就是我们有做那个080的免付费的咨询的电话哈，还有个人咨询以及团体咨商，那个需要的话有这样一个费用哈，还有说心灵同仁以及限制人的一个关怀哦，以及说那个宣导文章的撰写等等哦，还有包括那个主题的演讲哦。那我们在处理方式大概就是会委托给比较专业的那个心理咨商服务机构来帮我们处理这些比较专业性质的业务啦哈。那这部分就是其实如果有些机关其实它编的比这个金额还要多，那但是我们因为好那个心理咨商这个我没有意见的哈、哦。那至于说你这有提到像那个保全驾驶啊改常务承揽，这个为什么会增加了562万呢？改常务承揽的意思是什么？那、啊、现在不是吗？增加，因为我们现在缺额要离，我刚刚已经说明了。因为我们现在这缺额，比如说驾驶，现在行政核给我们27位，我们身上只有22位，现在就缺5位，明年还有在届龄退休3位，所以光驾驶就缺了8位。所以你等于是明年要新增加劳务委外，新增加的劳务委外，保全跟驾驶的部分。对，那这个确定没有问题，会真的可以延聘得到？那为什么不是今年增加？你如果行政给你这么多缺，为什么你今年没有把它补足？不，今年因为有时候我依规定向其他机关来公告征选职缺，那现在因为基本上各机关的公有驾驶都缺人，所以你明年有把握你就可以征得到吗？对，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征得到，所以我们希望就劳务委外去承揽。对，因为这个工作还是要有人做。所以你今年有没有把这个原额编在今年里面？因为我听起来就是说你有编，但是你征不到，所以你明年只好改所谓的这个劳务承揽嘛。对，是不是这样？明年又有离退嘛？对，明年又有增加，这是主要是。没有，他是增加，不是离退。对，他是说他给他们原额多少？那你一直没有补足那个原额嘛？对，对不对？对。那你照理讲，你今年就编了啊，只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人嘛，去塞这个位置嘛。我今年没有编。今年没有编。今年没有编。所以今年预算数里面没有劳务委外的这个新增项目，是全部在明年开始整个。所以金额才会这么大，对。不过这样说明很奇怪，你今年缺了5位驾驶，通常没有补，那明年又要多退了3位，总共8位。可你今年这5位表示其实你不重要，你去年你根本没有去编这个预算，而且政府其实你不可以恶化职场的环境。我们现在很多必要的工作你全部都找劳务委外，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政府想要做的一个方向，尤其对待劳工的这个保障，这个你带头真的是恶化职场环境。你一下子明年增编了700多万，都是做劳务采购，要外包给谁？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其实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外交人员都是经过专业养成的，你一个堂堂的外交单位，万一出事了谁要负责？你要把它卸责给这个劳务采购的人员吗？这个部分我想其实你们还是要去审慎的评估一下。那其他委员有什么？主席，我可不可以请那个补充说明？你再讲清楚一点哦。我试着去理解你刚刚的说明，就是说，你编在明年度的这个劳务采购，包括驾驶，包括保全，事实上是因为今年没有编，是因为本来在行政院各部会或各机关的一个，不管是驾驶或是所谓的类似保全这样工作的人员的调度，你们本来是期待可以有其他机关可以调度来外交部使用，所以在今年度你没有编预算，你就是等着有没有其他机关可以移拨这些人力过来，结果今年没有等到，因为各个机关已经都开始在缺所谓的技工公有驾驶这样子的一个人员，所以呢才让我们外交部决定从明年开始，我们希望把这些不牵涉到我们核心业务，它只是一个劳务型的，但是我们委外
的契约里面也一定要保障到要求，要注明对于这些劳务的这些人员的一个劳工权益跟待遇保障，这个是我们政府一定要做到的，绝对不会像有大家质疑的哦，会去恶化职场啦、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好、哦、让大家各个委员听清楚，好不好？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啦，对，没错，因为我是。因为刚刚主席在关切，是主席，大家都非常了解外交部哦，也很关切外交部。其实我刚刚人力进来之后，我们内部当然会应用，比如说各单位的工友送工委，我们绝对不会用劳务委外，因为牵扯到安全跟机密。是是哦，一般比较进来就替代一些我们重要的，我们自己本身还存有的现职工友调去做一些机密性的工作，这些进来的就替代他们原来。基本上，比如说，哦，我们一楼一些这个基本的工友的工作，哦，就是跟我们的核心业务跟机密跟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这只要来补足我们内部人力调去做机密。刚刚主席关切的说，机密台这些我们现职员工调过去，那现职员工做一些不机密的，就由委外人力来替代，哦。主席，就是着动了，书面报告。因为那个，等一下，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行政院核定给你们多少员额？就是你刚刚讲，这像技工啦，啊，工友啦，啊，你们补足了没？就是现在就是缺核定给你的缺额，对，没有错，都没有。你没有补足的话，那个核定给你的原额，它不是劳务承揽的原额哦，那个是正式缺的原额、哦，没错，没错。那、你为什么没有补足？因为各机关现在都缺人，那缺人你要找人啊。对，我们有公告。我刚刚有报告过，你可以用正式的原额，你用劳务补足。这是正式原额、正式原额为什么不把它补足呢？不是，我们依规定有两个方式，就是你在行政核定的原额之内缺额的话，对啊，有两种方式来补。一个，来来来，这个又解释又不清了。你到时候你有正式原额，对不对？那你到时候你的那个人事预费里面有编这个预算员额，有没有编那个？我刚刚也想过，因为你向各单位公告职缺的时候，四个月没有补足人的话，行政连人事行政总处就会把你这原额拿掉。不是，处长，我还没。你现在讲说预算员额给你的嘛？那你下年度的预算员额里面哈，司机驾驶工那一块有没有编他们的钱？还是我就不批要了，我就直接变成劳务采购？事实上，我们驾驶是朝这个方向。可是预算员额给你，你为什么不用？我不太懂。我预算员额已经给你了，你说不要，我就是要变成劳务采购。而且怎么会找不到人？找不到才会收回去。你政府找不到人，你。这个很离谱哎！你正式的人，对你用劳务采购，所以你去解释，我们也听不下去了。人家要争取正式员额都争取不到了，你有正式员额，可你就是要方便行事。你现在说，因为你争不到，我就不要争了，你就方便行事，把它丢给劳务的外包去承揽你这个劳务，你就没有事情了。你不能说方便行事啦，人家要争取的正式员额都没有了，而且你说他不做重要工作，不做机密事的，那每一样工作会给你正式员额，表示这工作是非常重要，在每个位置上都要有一个人才去做他的工作，不管是送公文也好，还是做其他的技工技事。或者是其他的服务工作都好，这个都是你们去争取来的原额，你不用正当的你不用，你要去委外的劳务承揽，我们无法接受你这样的说法。报告委员，我说明一下了哈，这个是因为涉及到整个行政对人力管控的一个政策了哈，那个当初那个行政就是在原有管制上，他有针对几个类型的业务哈，他希望这各机关就是朝向一个委外的方式来办理。第一个就是那个清洁啦哈，或者电话总机，或者是驾驶，还有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如果餐厅那个厨工啦哈等等这些，他是希望这些人力能够尽量就是整个往下荡哈，最好荡到零。好、哦，他的政策方向是这样子，所以他会要求各机关，就是说你清洁的啦、保全的啦、驾驶这些业务，包括或者是机关内部一些空调啦、那个机电设备的维护啊，全部都委外，你不要再雇人去做这些工作。大概整个行政的政策是这个样子。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
驾有、公有或者驾驶的员额，那为什么不用？因为行政就是为了那个，就是说挂在他那个政策，所以他就是有员额没有错，但是他有规定哦，你这个员额一出缺，你要怎么补？你要从其他机关，还不包括地方机关哦，从中央其他机关去调人，那你就是要公开征选，看有没有人要来。好、哦，如果说没有人要来，他要规定哦，六个月内没有补到人，拍谁，这个员额砍掉。好、哦，就是他整个员额管控是用这种方式，希望你的保全也好，那个驻卫警也好，或者是说那个清洁的工作，全部就是委外了哈。他大概就是我们外交部也是配合行政的政策，就是说朝这个方向在走。啊，其实这个政策也不是现在才有，已经只是好几年的了哈。大概就是我在想说，其实各机关在处理上，就是会尽量会朝着就是配合行政的政策的方向来走这样子、啊。大概整个那个原有管控的那个部分，我就先做个报告。你会不会扩大解释行政院给你们的这些指示啊？你们有先后顺序嘛？你们一缺要补，还有六个月的宽限期，你们六个月就不积极去补，到最后才用了外包方式来便宜行事。伊唔是讲叫你六天一礼拜爱补，那就是太强人所难。那各位你找无人，你从其他单位调找无人，你在公告真的找找无人，我就不相信。没有，真的很难找了，因为这不可能很难找，六个月很难找。不是，因为每个机关都在缺的啦。现在问题是在这边，不，你们没有积极，当然是找不到、啊。很多人都要抢着进公务单位去做事了，我就找不到人。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些司机是负责哪一项业务的司机，会找不到人？就基本上就是开公务车的，开公务车的。那现在你没有这些司机，你的公务车是谁开？所以我们现在是外包，外包。那为什么外包会请得到，你们会找不到？除非行政院为什么命令说你们一缺不补，哈、哦？他没有说一缺不补啊。现在要管控啊，四个月啊，四个月管控，你如果找不到人，他延误在哪？那是四个月嘛，但是他有时间，有期限给你嘛。好、啊，你不是明确，只是说他有缺你就不补，要用劳务外包方式处理嘛？你现在的预算编码就是说我找不到了啦，对、啊、就是已经确定就找不到了，那就干脆就说退，你明天发个文给行政说我没有必要了。现在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审明年的，明年你还有六个月时间，你都不要找了，就是你们就推卸了，推卸责任了嘛？半年了啦。对，那你明年可以再找啊。你明年没有的话才会被取消啊，六个月没有才会被取消啊。可是你们被控，你不继续找，你们控，你就不要继续找了。不是的，你们今天控制。没有没有，你刚刚说如果他没有补足，人就会被拿掉，编制员会被拿掉。可是你今年刚刚你提到的，光是那个驾驶27位，你们缺了5位。只剩22位，你们那原来也没被拿掉啊！你们不要扭曲行政院他定的这个主要的那个办法哈。他行政院暨所属机关检讨运用劳动派遣实施计划，他主要是要回应各界要求政府减少运用劳动派遣的诉求，所以才会定这个实施的计划。那你今天你。一次你本来就有哦，然后你今年明年又增加了700多万，你是大幅增加哎、欸！你在现阶段你都还没有检讨的情况之下，你是大幅增加派遣人力哎、欸！原本有没有？原本而且行政院要求的实施办法不是要你们这样做啊！你哪这边要增加？你这边那个稍微，我想要建议哦，那个罗志正跟蔡适应他们就清楚了，他不检列，我们大家有共识就要冻结，因为让你们讲清楚嘛哈。那我刚刚很多劳工误解我们，是不是？我们按照马委员的提案呐、啊，冻结200万呐、啊，太少了啦，太少了。对啊，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刚刚本来我们提出来的，他们刚刚讲的是越来越离谱哦。我们原来并不清楚，像刚刚说明的这样，因为你又跟我们行政院订的那个实施办法其实是冲突的，你又大幅的增加派遣的
人力派遣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嘿，你把它讲清楚嘛，不然你要先努力去争取一个正式的员额，因为你外交部的驾驶他在的可能都是重要的人员，你今天做的工作那虽然不是送公文，可是你像会场的布置或各方面，他只要有稍微的疏失，他都可能引起一些国际上不必要的一些困扰嘛，所以我们冻结500万好不好，你把它说明清楚，你们说明清楚就可以了，你还有时间，除非你们觉得这样做很应该吗？你们毕竟是5000多万，动500 OK 了，动500，因为你们真的没有说清楚了，对啊，500就是照我的提案500，好，没关系的，都并了，我们都并案处理了，我们该联署的联署了，并案冻结500万，经书面说明，经公提供。经提供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第19-24案并案，共提，共提，好，共提。李恩秀委员，第19-24案并案，请宣读。第19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过高，原针对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房屋建筑养护费减列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王定宇等人提案。第20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偏高，原针对房屋建筑养护费减列80万元。委员马文君等人提案。第21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偏高，原针对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20万元，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第22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偏高，原针对第一目项下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委员林昌佐等人提案。第23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偏高，原针对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第24案，外交部职务宿舍闲置比例偏高，原针对外交部第一目项下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蔡世应等人提案，以上宣读。方便行事吧，全部委外了吧。在投的。我掌握纸板，我手里有纸板。我们请外交部说明。跟委员说明一下，我想闲置率较高的就是我们志远新村啊，它是52年盖的啊，每户就17坪，20栋，80户，现在入住率大概就20户，主要问题就在志远新村啊。那外交部为了解决上次闲置率的问题，提高资产的使用啊，外交部在今年的8月10号。已经有一个活化再利用的计划报行政院。好 ，OK。我们委员有没有？这个是19-24嘛，哈。19，对，19-24。那我的提案是21案了，哈。你这样解释会不会太？那如果太简短了，那我就多讲一点。你的问题。那我都提出我的问题好了，你再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好了，因为我看到您都没有针对我们的预算提案来做一个说明哦。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宿舍啦，老旧的宿舍，但是你老旧的宿舍你要改善宿舍的这个现况哦。但是我们看你整个宿舍的这个配租率啊越来越低，那你的所有职务宿舍的闲置非常高，根本就没有去配租哦。那尤其我们看到很多像建国南路跟木栅宿舍，北投这个居安楼跟北投的这个敬业楼，北投的群乐楼跟以上就有13户了哈，都是要留给我们部长啊或者次长或者驻外的大使返台的时候来居住。可是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去居住，就算返台他们也是住别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一定要做一个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嘛哈。但是我说还是有个变通的方法，但最重要就是志远新村啊，这个屋况非常的老旧损坏，你们也说要来整理哦，做一个志远新村的一个活化计划。但是我们看你这个拆迁要改建成一个单身的这个植物宿舍哦，要来使用哦。但是到目前为止，到8月份，你们提出来之后还被行政院给驳回，希望你们能够补充这些资料。
那你们现在的进行情况如何？老旧宿舍你们的使用要做一个活化的调整吗？那有要拆迁要盖的，那你们的进度又是如何去做一个短中长期的细部的规划？都没有，只要给员工的宿舍、员工的权益，我们是一定支持的。但是我看你们这整个计划在做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这个执行力是非常非常的差，所以这方面也请你一并说明。跟委员报告，这就是因为主要问题症结点在自由新村啊，我们整个其他的宿舍事实上入住率都高达90%以上，就是因为自由新村我刚刚跟委员报85，现在只有20户单身同仁，因为它实在是很破旧，一般同仁进驻意愿都不高，所以我们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闲置率的问题，并且照顾单身同仁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们现在就预备在那边整个打掉之后盖60户的担任同仁宿舍。为什么要盖60户？就是我们外交部外领人员一年大概录取了在50位，我们经调查之后，这50位里面大概有20-30位是中南部上来的考上的这个外交学员那我们基本上外交学员结训之后就会分到部里面，大概就是三年以后开始外放。所以我刚刚请教你的，你针对我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支持同意，你说自远新村太过老旧，这些都可以重建，但是你8月份送出的计划10月份给行政院退回，你解释一下这过程为什么？没有，现在执行院有几个，他只叫我们补充说明，他没有退回，他只要我们再补充说明。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好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们都弄好了，都弄好，因为最近我们要再重新再抱怨。是，事实上抱怨之后一定是有两个结果。那你认为说，你再改成单身宿舍之后，你的这个配租率就会提高是吗？对，如果讲说主要60户，还有一些档库一盖之后，就因为。在新进的外交同仁中南部上来的，基本薪水很低了。他们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去住自远村？因为自远村现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改善，我们是认同了哈。但是我刚刚前面讲了一点，就是说，你们很多的房舍都会留给我们的部长啊、次长，或者是驻外的大使回来准备给他们用。但是有时候这个房舍哈，不要空置在那边嘛，因为他们回来很多大使外，他回他们家住或者去哪里也。都很少去使用你们准备好的房舍，那这些房舍我们也是应该要活化去调整使用，这个是建议啦，这个建议不要说宿舍一直空置在那边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那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改建那个改建自远新村，那送行政院之后，行政院认为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再说明清楚，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行政院的秘书可以想一下是什么事情让你们说明清楚？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些土地分区使用标准还有一些是建筑草，是不是有些的使用执照你使用权那个执照你们没有拿到？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绝对。还是国产署的一些同意书这些都没有拿到？不是那个，是我们是管理单位，事实上只要报院核准，我们就还要编预算，大院同意之后，当然就可以启动这个计划。将来行政院核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还是要编预算书送到大院来审核。我可以确定一下，行政院这边是不会有问题的。好，我可以确定一下，就是现在是整个自远新村都要打掉重盖，那打掉重盖全部都还是做宿舍使用。但60，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活化的计划，60户宿舍，另外盖个档库。因为我们这样档库基本上很多档案是分散在各地，分散在各地。那而且每年向外的租金大概就是900万。这个就是8月份你提给行政院的这个计划。对对对。那这个计划可以也补充给我们，就包括行政院要你们补充的资料以后，可以给我们一份稍微了解一下嘛。因为我记得这个其实大概也已经去年我们也有在讲这个事情嘛。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本来还想要跟你们请问，就是说你们的活化的方式等等。那如果说他根本也活化不了，有没有移拨给国产署的可能性？但如果现在还是要继续延续它的这个宿舍的功能，那当然我也是乐见其成啦。我一直放在那边，这样也不是办法。那不过我想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补充一份那个资料给我们看？可以，可以。好，王委员。好，我的是第19案哈。针对植物宿舍，其实我们在关切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要照顾到在线上工作的每一位同仁，提供好的居住环境，那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哈。那第二个，
我们也希望国家的资产要充分的运用，不可以有浪费。所以在这两个点上，本席这边提一个案子，因为看我们现在首长跟植物宿舍总共八处，有346户，那我们在这几年呢，已经编列了1921.9万进行所谓的修缮。那进行修缮，那这个入住的状况呢？因为包含未配住，还有老旧不堪配住的，还有94户，那比例高达27.1%，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有在编预算，可是它的使用率竟然接近30%都没有运用，那这可能就有问题。比方说多了，那我应该就还给国有财产署，我们外交部不用背这个负债，或者是我们的修缮没有完成。我们是有点像那个澳洲雪梨大桥一样，每年这样漆到最后前面的又坏掉了，就是它是分段处理，你懂意思吗？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产生，否则没有使用率高达27.17%，其实是在资产管理上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所以本席这边特别希望外交部要好好去审酌这个宿舍是在照顾同仁入住的权益品质，那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国家的财产，我用不到，不用抓在手上，所以我这边提减列300万元科目字条，希望让外交部针对这一个部分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就是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否则修缮费用是每年都有的啦，不是只有今年有了，所以你应该有一个说明，一个处理，否则资产未使用率闲置比例高达近30%，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数字，以上。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个30%哈，大部分是集中在那个志远新村，就刚讲的志远那边。志远新村那个是破旧到不得了的啊，所以我们才会去申请重改。如果这30%集中在志远，我现在减列300万，又让你们科目字条，然后你们志远现在要提报拆掉全部重盖，所以减列应该是可以的。你别的地方要，因为那个计划这个还没有启动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能拿钱去修缮完了。那修在别的地方吧，不是修在志远吧？对。现在基本上就不修在志远，所以要修别的地方。对。闲置在那边。好，所以你们这个钱，你们现在编的1600万是完全没用在志远的身上，少很少数了。主要因为，有人在住的才有。那你们志远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住？不到20户，不到20户。那你们如果报拆的时候，这20几户人不就要挪开来？我们一边要挪到明治新村，明治新村整个还给国产署。等于我们待会并案看一起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哈。我觉得第一讲有道理哈，就是他们考虑到说你们这个经费是不是可以终结支出了哈，但是我觉得这里房舍修缮它有安全性的问题啊，一动不宜减啊，一动不宜减哈，啊冻结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在执行面能够做得更好，经费的控管能够更有效率啊。精神上我是支持王定宇了哈，肉体上不支持，不是，但实际上我是支持一动不宜减的哈。我们动了300万了哈，动了300万。我建议还是用动的方式了哈。那因为那个外交部这个宿舍老旧情况是很普遍的啊，而且我坦白讲认为说，就算给你1000多万去补，也补不回来，因为那个旧已经旧到非常离谱的情况。所以如果真的删减的话，反而会让现在住在里面的同仁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确要去检讨它实际运用的方式。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同仁有些进来就是3年就要走。他也不会任何想要去整修买家具等等这样的一个企图，所以等于是把责任都是丢给外交部，所以在整个的管理上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强化的地方，活化的地方，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提一个报告，把整个活化跟未来管理的一些做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提到你没有给行政一个报告，我们都不知道啊，明文就比较知道，我们就比较不知道，所以那个报告我们要看一下好吧。好，另外其实我的是20案啊哈，就刚刚大家所有委员关切的部分，另外一个，因为志远新村，它太老旧，已经不堪住宿，我们也同意你可以新建。可是你原来80户，现在只变成60户，你一下少了20户，因为你既然盖了这个宿舍，主要就是要给同仁住的，那你一下减20户的原因，就是为了盖档，要做档库使用吗？档库要多大面积？外交部没有其他的地方吗？你的天母使馆专区，我们现在邦交国也又掉了。
你天母使馆专区总共有好，如果还包含地下楼的话，其实可能有20层楼，扣掉一些可能停车的啦，你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运用。你的党库为什么不用那里？为什么不用那里？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我是这个外交部支电处林东亨哈。关于党库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外交部每年大概有新创25万件的公文，至少哈。那这算起来大概有至少是25000册。那长期以来的话，实际上我们党库的库房空间一直都不足。那我们也一直都跟国产署有申请。那国安署103年的时候有提个5个场地，那那五个场地的话，要不是坪数只有40几坪，那不然就是要有偿使用。我们如果要进驻，还要付1-2亿台币哈，所以说我们就租了这个防拓跟细致党库。那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规划在致远新村改建里面配合这个宿舍跟党库一起新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库房是四处林立啊，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管理，而且每一个库房都要管理人员，我们人力又不足。我刚刚党库你们需要那个没有问题，你的天母使馆专区这么大一栋，你比如说像有些楼层甚至其实没有几个人在使用，你外这也是外交部的，你也不用花钱啊，你应该要去充分去善用你的资源，而不是你不用租啊你也不用把它擅自啊，因为天母使馆专区这么大一个，而且还新的，你现在连要盖新的，你本来是宿舍你都已经不足了，你现在要把它拿去当做党库使用，你一下子把它减了20户，那跟你们要盖这个宿舍的那个主旨是不对的啊！这个天母使馆专区不能用吗？你们去检讨看看，这么大一栋你有很多，而且我们邦交国本来在那里驻外的单位其实已经没有了，你们去重新检讨看看。不能用吗？可不可以再跟委员做个说明哈？实际上致远新村现在本来是2层楼，所以说它80户，它占的面积是很大。那未来规划，我们当然不只有盖2层楼，所以说它变成60户。不是几层楼，你就是80户变成60户嘛，你就少了20户的宿舍可以供给你所有的同仁使用了嘛。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天母道，赵伟说话已经清楚了，好不容易有一块地可以盖宿舍、盖好的地方，为什么变成党库的一个地方？这是从任何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太合理，感觉上你是为了要盖党库才去建这个的啦。这个我建议这样子，因为你们现在这个案还在报行政院呢，照理说来讲，你们容积率是没有用完的，所以你们应该思考，就维持80户，再盖党库，你可以增加空间来进行功能，你为什么要减掉？你现在症结点在你们宿舍如果不够，那你把80户减成60户，那如果维持80户加上党库，会不会形成空间不够？好，这个你们去评估。那至于刚才讲那个使馆专区那边是不是可以做档案库的使用，因为包含载重各方面我不了解，这你们要专案去评估。所以我是建议你要把事情说明清楚哈。我们是赞成你们需要一个党库，我们也赞成你宿舍要更新。那一下把两个并在一起可不可行？要讲一下哈。对，因为我一直在建议啊，就是说你外交部其实是有资源的啦，这个部分真的这么大一栋你不用，然后你要去用新建宿舍的名义，可是你把宿舍的数量大幅的减少，你减掉1/4，你说要给同仁住，另外修房屋修设施修缮费啦，希望你们也把107年用在哪里，把它列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委员。我们每年编列高额的修缮费用，其实它修缮的标的物有2种啦，一种是正副首长，还有高级长官。可是这些人的流动非常频繁，他只要换一个人，他有可能就会做整修。可是基层的修缮费用就被排挤掉了，没有办法好好的用在那里。我们希望你的分配是要合理的，所以有些很。就一直都这么老旧啊，当然没有人要住，也没有人愿意说，宁可自己花钱去外面住。所以你们要如果要花这个钱，希望你们是做好评估跟那个所有的整体的考量的啊，提供更仔细的说明。因为你刚刚还没有讲这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你说80户变成60户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哈。你像新建的计划，我们现在才看到你抱怨，你从80户变减成60户，我想这个。还要更仔细的说明。
那其他委员，我们我是不是就建议了哈？这个大家我们动结束不要太少了，好不好？不是，不好意思，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下哦，就是说能不能请这个外交部事后再提供的资料？你们现在外交部到底有多少职务宿舍？我实在搞不大清楚哈，因为听你们这样讲，似乎是蛮多的啦哈。然后目前你们要再盖那个八十户，到底是你们怎么算出要盖八十户的啦？就是说，是你们估计出来就缺了八十户，所以要多盖八十户的职务宿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刚刚如同赵薇讲，你怎么可以把其中二十户又拿去做其他用途嘛？还是说你们自己的评估就是只要六十户就好了，但是空间有八十户的空间，所以你们把那二十户挪做其他？我不晓得哈，所以能不能请你们提供一下？另外说，你们哪一些人可以去住职务宿舍啊？是外交部只要考进去了都可以吗？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跟其他部会好像对职务宿舍的使用不大一样哦。这个部分能不能会后再给我们接着？还是说可以简单先说明一下？谢谢。跟我们说明一下，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宿舍大概340几户啊。基本上现在我们分有眷跟单身，有眷就是33坪，依照行政规定33坪以上的，现在入住率大概都是高达90%以上啊。然后依照规定，单身宿舍只能10坪，但是我们现在只有把单身宿舍放在自演新村啊，因为自演新村当时52年盖的每户就17坪啊。那现在因为比较破旧，我们单身同学都不太愿意进去住，所以就是80户，所以就20几人可以住，所以问题点就在自演新村。那至于住宿舍，我们依照规定就是外领人员才可以申请住宿舍，一般的比如说高考的、没有外方资格的，基本上我们比照其他机关，我们是现在不得申请住宿舍。外领人员在外交部有多少位啊？就是外交特考考进来的嘛？对，只要考进来的。那多少位啊？我们要分国内跟国外了哈。那我们总员额是那个国内是那个700多位。没有，我是说那个总员额啊，不是那个外领的哈。那个，因为我现在手上只有说整个总员额的了哈，就是那个国内的话是900多位，那个外国呢是那个1000多位这样，所以全部加起来外交领域人加起来接近2000位嘛，对不对？应该还有其他机关派出去的。对啦，我说我们外交领事人员就外交人员考出去，大概加起来接近2000位嘛。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未来是要盖到2000位的一半都要满足，还是怎么样？没有，还是说你改成用代金的方式来处理？否则你要盖，你盖不完啊！你就算你盖了80户，大部分的人员是在外面，不是，外面就没有了，就外出国派外的没有嘛，在国内的国外的有多少位？你也不是6年外派3年国内嘛，至少1/3在台湾啊。对，对啊，那你的外交领事人到底总共多少位？你总有资料吧？那个总共有多少那个宿舍啊？全部宿舍全部加起来可以住的340几户，基本上有眷的现在入住率都是90%，现在有眷的大概同仁没有问题，现在是单身问题，单身的。对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考虑是不是改成用代金的方式，就不用一定要盖房子给他住嘛？或者外交部可以跟民间业者来办理租赁的方式，也可以啊。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在推公租平台嘛，租屋平台，你懂我讲的意思吧？我的意思说，其实外交部也可以考，因为你们都知道谁会回来台湾嘛。你们不是临时那种很临时很少，大部分都是时间到回来，你们作业都要2-3个月的时间，你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住在大台北地区，你们跟大台北地区的是不是来考虑合作一个方案，民间的租金合作方案，你就不用再去盖房子啊。不，因为我应该讲，因为牵扯到政府的政策，我想说这个，我觉得这样的预算花费比你盖房子便宜多了啦，好，而且可以活络民间呐，不然什么不要政府什么都要自己要做。这个我给你们做参考了。外交部，我提醒一下，这是现有的，对不对？这现有的你如果闲置或者你不去用，当然是浪费嘛，哈。那我们认为说，现有的屋况大概平均屋龄大概多久？我们希望说达到安全的目的，哈，
让他们能够住在那边有一个安全的处所。哈、哦，啊，你如果说你要改建花园呢，让他哦做花金树下那比赛，除了安全上的问题，因为它老旧，平均屋龄大概多少年？我跟委员报告，现在基本上就除了刚刚智远新村是52年盖的，还有一个我们是明治新村58年盖的，这两个都非常老旧，其他的都在80年以后的盖的，基本上80年以后的，那个速度比较没有问题，但是80年以后盖的基本上都是三。对、啊，我建议你把107年度你们执行的情况列个清单，到底107年度预算你们补了多少，修了多少，好、哦，然后强化了多少，把这107年度你们执行的清单把它提供给我们。另外，你们108年度预计用这笔钱去做多少老旧屋房舍的这个整建，或者是强化的安全性，要把一个预定工作的清单把它提供出来。可以可以，但我最后再跟我们是没有，你不用讲太多，我觉得这是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支持的哈。那这个空间是你们的，房舍也是你们的，不用也是白不用，对不 对？你让他用又最有限的经费让他强化，让他补强，提高安全性，那我们同仁可以入住，那我们也支持。但是你必须把它讲清楚，到底你们要做哪些的这个处所，要做几户哈。把这提供给我们，让我们着动了哈。我觉得1600万的经费不是很多了，哦，我们动个2层到3层呐，动个2层到3层。那我建议动300万，好不好？那可不可以在书面报告里面加入刚刚蔡思义委员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租任方式的一个评估，好不好？好，我再询问一下，就是致远新村这一次没有在这个1600万里面的吗？有吗？有一部分，有一部分。那一部分你要做什么？哪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是要修给还有20几位他们。还哪一部分？你不是要拆掉重建的吗？但因为那还没准啊，因为现在还有同仁要，所以你还是没有。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们大部分的宿舍哈，他们的屋龄年那都到多久了哈？我跟我们报告，这个致远新村都有可以解决的话，外交部所有的宿舍问题全部解决，同仁不管有建或单身的宿舍问题全部。所以说，你就把那个致远新村盖起来，所有的宿舍都可以集中到这边，那其他的那个也是非常老旧，所以可以拆掉了。不是，我一边致远新村盖好之后，那其他的宿舍呢？搬过来致远之后，其他的就是因为募租已经90%，现在就是明治新村，我一边就交还给国产署。这两个都比较破旧，非常破旧，就交给国产署了。对对，那就我们考虑哈，真的是做个调整啊。刚刚蔡委员讲的，用代金方式或者用社会住宅方式哈，也是一个做一个比较活化的调整。你就评估啦，好，评估啦，你们评估啦，那整体评估好不好？好，因为你们还是编了1600多万的这个修缮费啦，我觉得过于老旧的就不用再修了，堪用的才来修，你们要评估一下好不好？好，那个蔡委员讲的那是有道理，应该做一个评估。对啊，对啊，对啊。后礼拜哈，后礼拜我迄个广播有阵新材料哈，我有时间来看下，来看下哈，来看下到底因古泥整修了哪些成果。我这个来看一下那50几年盖的看一下宿舍啦，看你们执行状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预定执行的要执行年度的台北几个点，我们去看一下。是吗？好，台北会馆也是。对啊，所以其实所以这样你们更不应该把它拿去当党库啊。这个部分我们还蛮坚持的，宿舍就宿舍自己去评估一下。那我们冻结并案冻结300万呢、啊、哈，好，希望提出详细的一些评估报告，包括蔡思英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还有我们107年度你用在哪里，要把它列表清楚，它的标的物哈，让大家知道说你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些。可以再那个提醒一下吗？那之后他们整个预算如果编了，就不管标的物还是你们整个规划，应该在那个预算里面要呈现一些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你们到底要怎么去规划这个部分，就不要因为也没有说明这个部分，不要等到来审查的时候才在边讲，他讲嘛无资料嘛，唔知到底你咩创啥，之后相关的资料说明一定要清楚一点。好，再来说明。好，那我们这19到24案哈，我们用
用吕林委员或蔡诗英委员，大家并案，大家用都可以了。好啊，可是还是要一个主要的那个，他们还是希望啊，吕委员，用吕委员好了哈。好，用吕林委员21案，我们并案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好，那我们刚刚再重新宣告第14到18案并案处理后，以第16案为主案共提。好，好，接下来第25案，请宣读。第25案，外交部台北宾馆房屋建筑养护费多有增加，应予说明。原针对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外交部说明。报委员，因为台北宾馆是1901年建造，现在有117年的历史，啊，是一个国定古迹。从95年整修完工之后，啊，这建筑物本身之外，还有空调、水电都已经过了保固期，啊，我们急需汰换，希望我们征兵一些预算来慢慢把它汰换，啊，这以维持台北宾馆的一些固定的这个维护。你们现在一年啊，这个台北宾馆的维护的经费哈，不包括人员啊，就是说这些硬体的维护经费，平均一年大概花多少钱？我们固定大概有一个委外，全部委外一个专门在处理，包括保全、清洁、机电、消防、植栽，这个就是1200万这个。对，他这一个月大概要100万。一个月100万。我们是因为采购法公告招标的，它是这个是定有合约的。但是这个虽然是年度你例行的类似房屋保养这样啦，啊，但是你的一些费用还是有增加呢，对不对？你那个设施啦、机械啦、一般事务啊，增加一百万嘛，只要增加100万，我跟委员报告，啊，这100万是拿来做什么？不，增加100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95年到现在完工了，因为主要是古迹历史建筑，它慢慢的每年它的维护成本一定会增加，这是古迹的特性，所以我想说95年到现在已经经过10几年了，有一些木作、石雕、铜网这些比较专业性的这个维护保养工作，慢慢一定要加强。现在一年开放给民众参观的天数多少？基本上跟我们报告，我们现在基本上配合总统府一个月固定开放一次之外，我们现在也接受民间申请来参观，这个部分现在已经大幅成长，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任何团体、民间团体、学校、机关、社情，包括老人会，你只要有公文来或跟外交部联络，只要没有公务使用，我们都会接待。这个部分一年一到五就对了。对，这个部分已经一年到100个梯次，100个场次了。一年100个场次。是，现在已经这两年都平均每年100个场次了。好，对，好了，这个我可以，好了，照例，哎。好，第25案照例。第26到28案并案，请宣读。第26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特别费减略117000元，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第27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特别费减略50万元，委员李燕秀等人提案。第28案，外交部特别费减略117万9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了，我的照例了。照例了，这法定就不要去动它了。这26、27、28。26、27、28，好。好了，请部长巩固外交啊，我们的邦交国哈，哎，我们就照例。好，26到28，请问照例。第29案，请宣读。第29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以上宣读。28吗？你29。好，先说明。报告委员，我跳法师来报告哈。我本人刚从这个越南回来，监管柬埔寨，在这个6年当中，也处理了超过10件以上的这个诈骗通缉案。好，那就很
重要跟大家报告哈，外交部在105年四月份哦，肯雅案哦发生以后，就成立了我们本部的跨部会的电信专案小组，以及配合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那我们建立了国人在国外诈骗案的预警、逮捕激进、遣返遣送的通报机制，然后我们积极的协助了国内的检警机关建立与外国执法机关间的情资交换管道，协助国内司法检警机关派员向进行了个案的司法调查取证，与国际的执法合作。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驻外的单位、各驻外的代表处、办事处呢，向在驻在国政府要主张依国籍管辖原则处理台前遣返的问题，然后利用我们国际的媒体宣传我打击跨境犯罪的努力，积极办理向国际发声及跨国合作。在今年的9月18号到21号，我们邀请举办外交部跟内政部共同举办的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主题是打击跨境电信诈欺犯罪研讨会，共有38个国家，38个国家的官员，127名的官员来台参加讨论，而且也包括了各国的警政首长，还有 Interpol 的一些执行委员，跟委员报告。那整个在外交部呢，这历年来呢，积极的推动司法互助的协定呢，我们总共啊，签署了109项的协定啊，包括引渡协定、司法互助协定、警政合作协定、共同打击犯罪协定。没关系，这些哈、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要问的是说，到底有哪些的国际，就是国际上面的这些我们国民的诈骗案，然后被强制遣送到中国大陆去，到底有哪些？在近几年内，你们有去统计吗？目前啊，跟委员报告，我们到107年12月6号止啊。涉两岸跨地诈欺案遭国人监禁的话，当地监禁有493人。对，从105年4月1号肯亚起算，到今年的12月6号，或遣送返国回台湾的有630人。对，然后送到大陆去的是422人。那有去了解一下吗？他们送到大陆跟送来送回到我们中华民国的，他们的差异性的案是什么？为什么会分为两个？因为一样都是我们的国民、当然这里就牵涉到各个驻在国跟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关系的问题。比如说类似我讲，比如说柬埔寨那个部分的话，他就送中国大陆了。是，那其他的国家的话，跟我们关系有很好的密切实关系的话，原则上他会送回到台湾来。所以我们的630个人数，你一个具体给我们一个书面好不好？就一个具体的相关的。可以，你只有柬埔寨送回台湾吗？不是，不止吧？柬埔寨送回到中国大陆，只有柬埔寨吗？只有柬埔寨送回到大陆吗？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不要避重就轻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对该多少送？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送到中国大陆去。是的，对不对？那总人数来讲，我们是630人送回台湾。没有，刚才外交部总共多少人送到中国大陆？400个，422个。对呀、啊，那这成绩也没有很好、啊。所以目前来讲，是我们国人在国外涉及两岸跨境犯罪的部分，400多个是送到中国，600多个回来台湾嘛。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刚才林委员提了一个问题，当然不见得是外交部的业务，就是说后续双方对于这个人员的处理的司法追溯后来是怎么样，可能我们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在目前在中国境内的那一些400多位，他后续的他在法律上他的人权或者他的司法进度的查办是怎么回事？当然这可能跟陆委会有关，对，这个，但是还有在国内的部分。国内问那六百多回来是不是就没事了？鼓励他们这样是不是让会大家觉得说变相鼓励他再犯？那台湾的法务部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不晓得，这个都是要问的。这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想林清祥委员问的，我说这个把它讲一讲，我觉得很重要。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刚刚说你签了600多个协定嘛，还是100多个协定？总共109个。109个协定哦，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司法互助协定里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引渡协定啦。对，就是说我想有一些人犯被遣回来台湾，大概是按照引渡的这样的概念回来的嘛，哈。那你能够公布我们跟哪些国家在引渡的方面是有默契的？这个能公布吗？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哦？
可能私底下会又提供我们资料，因为这个会变成诈骗集团在用的一个资讯。他就说，哎，这五个国家是跟台湾有很密切的引渡的，他们就在那五个国家犯罪，反正犯罪完之后就回来台湾，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又说这个当地的这个证据不够，或者是什么情况，人又放了，过两天再成群结队搭飞机再出去，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基于这个打击犯罪的话，甚至是犯罪的这个被害人会甚至会希望，那是不是都不要有引渡协定，全部都抓去，大家都吓到就不敢再犯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两难呐，哈。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我们国家委员会应该还是要知道说有哪些国家有完成这样的相关的这个犯罪引渡的部分，我才说明一下。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那个有关于海外诈骗的这个部分，有国安会的一个通盘的机制在处理了哈。那我想这个机制涉及到外交部的部分，或者是涉及到其他部会，那我们可以公开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私底下再来跟各位委员来做报告，这样子好不好？好，好，谢谢。那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冻结，那你们再提一个，那我是提冻500啦，那冻个。好了，那就动个100好了。好了，动100了，好不好？第29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实的动之。好，我们刚刚我们重新宣告哈，第19的24案，因为有委员希望可以改为并案冻结，不采共提的方式。好，第30到32案并案，请宣读。第30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杂项设备费预算暴增，原因未予说明，原予减列300万元，坑部自行调整。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第31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杂项设备费冻结565万1000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林立产等人提案。第32案，外交部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杂项设备费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奖学金怎么算是司法？外交部请说明。跟委员报告，外交部的建筑物啊是60年建造完工的，已经将近50年了啊。目前呢、各项机电、空调设备啊都已经非常老旧，而且相当耗能。为了配合政府节能减碳，必须要淘汰一些老旧的机电跟空调哦，所以有这个设备的汰换了啊，是依照实际的需要来编列，希望委员们予减列跟冻结。好，我们提案委员罗委员30，主要还是没有说清楚的部分，就是说因为相较于去年来讲哈，因为这个东西照理讲，你如果是老旧，应该是逐年都有编嘛哈，不是只有今年。可是相较于去年来讲，你们就暴增了大概60%左右，增加了681万，到底是为何暴增？因为你说除了今年，明年开始全部所有冷气都要换新，或什么设备要换新，否则应该照理讲是逐年都有编这样一个太旧的一个时程嘛？那是编一次就没有了，还是每年都要增加那么多的费用？稍微说明。主要还是冰水主机啊，当然也谢谢大院啊，大概前年给我们换了一部冰水主机，老旧的我们已经把它建置完成，现在剩下一部老旧的，我们就预备编在明年，如果预算同意之后啊，我们这部前动的冰水主机我们也给它换掉，外交部两部的冰水主机大概前部就可以汰旧换新啊，另外后动有个这个部分大概就460万啊，另外配合一个这个经济部一个节能的那个补助啊，这个部分如我们编了527万，是换后动的冷却水塔的一些这个部分，建筑研究所哦，我们编527万，它可以补助280万，这个总共是807万，主要是这两个科目的这个金额比较大。我想这两部冰水机换完了，外交部冰水主机大概都是。全部都可以更新了。其实外交部的设备里面要换，我们都会支持。只是刚刚罗委员讲的，你们每年应该有自己有就是编列相关的，就是一些设备的相关的费用嘛。那我们不知道说，那你们每年都有编了，表示每年都有就是既定好要换了哪些？那为什么突然又增编了这么多钱？这是我们比较好奇的部分。我知道要换，我们都支持。可是为什么突然增编了那么多？
包围，包围去年是1600，对，每年都是1000多，今年就是大概这几个比较大。我也跟委员报告，这两个大的整个设备换修之后，但后年开始我们的设备费应该就比较会固定，比较会固定维持。教练好。其实说明有点怪，因为你是60年的建筑物，如果你的机电跟空调是老旧的，其实你每年都有编啊，你不会是60那时候都没编突然编的。可是你们应该整体，没有，我先想、那个、整体的设备，你就两台大型的冰水主机嘛，所以去年那个去年换了一部，去年今年没有换嘛。所以去年有到1800，有增加吗？1600嘛，那今年又回到正常1200嘛，那明年要换一台，所以又报到1800，所以不会，未来不会有这种大型的那种趋势，对不对？总共几台啊？2台，总共2台啊？那你这边就是换2台啊？1台没有啊？你这边给我的解释是前动冰水主机460万，后动冰水主机520万嘛？一个冷却水塔，一个是屋顶上面的冷却水塔，一个是地下室的冰水主机。因为去年是换了前动的冰水主机，所以今年是换冷，它的冰水主机是水塔，它后面是后动的冰，因为冰水主机基本上它有个冷却水塔。对。哦。OK。主席，我这边我觉得说，那就是动个100，那你们把你们刚刚讲的提出来，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不会在明年你们提出来的时候立刻公赶换，至少你给我们的文件是告诉我们，你就换到今年嘛，就已经联系换，从去年换嘛，今年没换，明年换，那你这个书面给我们一份好不好？给我们就不用，你只要给我们，那就可以动那个解冻了。就不用再经同意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接受。好，第30到32案哈，并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好，第33案，请宣读。第33案，外交部第一目乡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设备及投资，因我详细详列明细，原予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蔡适应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外交部请说明。是，帮我这次跟前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哦，那蔡委员，并过去这个啊，要变了吗？好，那33案并前面哈，第30到32案。是吧？34嘛，啊？34都应该讲过。对，阿姨，刚刚这个是变案的。刚30到34都可以并案的。34并过去好了。32对啊，那就要并33嘛。啊，我34在一般行政里面，如果可以并案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并案处理啊。34啊、哦，对，就前案嘛。37因为都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啊。嗯，好。好，那我们30到34案都是并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好，接下来35到40案，到40并案，请宣读。第三十四案补宣读，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何新纯等人提案。第35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增列无说明增列用途，原以减列500万元，委员吴玉玲等人提案。第36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委员吕孙明等人提案。第37案，外交部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500万元，委员李燕秀等人提案。第38案，外交部添购3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油料增加显不合理，原针对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20万元，为马文君等人提案。第39案，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国迄今未在台湾设置大使馆，原针对外交部第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为马文君等人提案。第40案，台北宾馆空间解严未符预期，原针对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万元，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以上宣读。
好，外交部请说明。对，以申诉这大概都是劳务委外，是不是可以并案处理？李委是啊，要说明一下，因为他的理由不同，每一个委员提的理由都不一样。那说明都太简短了吧？你针对我们的问题来说明一下。比如说我是35万哦，这个你这个是一般例行性的行政支出，你今年跟明年你就增列了600多万，总共是增列了700多万，在一般事务费你就增列了600万，那你这个就没有说明啊，明细都不说明就并案处理。你增加的部分也是在一个劳务来的部分啊。这是例行性的一个行政支出，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清洁，还是说你这房舍啊、宿舍啦，这些都是你每一年都必须要有的清洁费。那为什么今年会增加？跟委员报告的预算，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在这一项里面是包含了很多项，它还有包含一般事务费，在这整个里面，我就指一般事务费增加了600万。對對對，那我们的一般那个明细呢？为什么增加的？一般事务费里面就包含的劳务委外的部分，那我们整个统计下来就是劳务委外的部分增加的部分。你说这个事务费一般例行性的支出，你在这个事务费里面增加600万，全部是劳务委外？对对对，那基本上我们都是没有增加啊，因为这部分是不得不配合，因为我们公有人员还有驾驶减少的部分我们增加的。所以你就把各项的这些劳务委外的人员就分配在各项我们的项下科子目里面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你刚刚不讲吧？劳务委外前面我们讨论到的是没有错，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会计科目哈，那我们是在它会计科目上面有各个项别，那我们这个是这一项是清洁嘛？没有，不是不是，那还有资金，像你刚刚一般的计事，一般事务费里面，这是在一般事务费里面增加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般行政可能是第一级用途别或第二级用途别，所以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总归到一般行政的话，就会看出来它是增加的。这样我建议外交部了哈。主席，如果说他们哈一直都用合并合并，那我们的冻结可能就要增加了，因为每一项的科子目底下的预算都不一样，这就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外交部啊，你们应该先做准备，所以我都没有说明清楚。清楚哈，比方说这个关于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亿4千万。每一个委员，这下面有15个工作项目，对不对？15个工作项目，主要的业务费编列在15个工作项目里面。每一个委员关心的是其中一项或者两项。好，比方说今天有黎玲委员提案，你要针对黎玲委员提案，你有所关心的部分，本部的答复是怎么样？好，这个何新成委员所关心的第几案，第35万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做一个答复。你这统整起来是谁？我们也听不懂到底你在回应哪一个项目啊？好，所以你要针对委员的提案逐案去说明一下，好，让委员知道说他问的提案你有给他答复了，他就不会再重复问了嘛。按公平好不？我这样子，你们这个审查才会有效率了哈。我想问一下，你最近这几天来，主席，他们真的要对我们委员每一个的提案一一的说明，不能全包式的并案。如果没有，我们委员很认真的看预算，我们就各提了这些案子，就是我们质疑的地方，在把关人民的纳税钱，你们的解释跟说明很简单，两三句就解决了，这样很不尊重我们委员呢、欸。我先说明一下哈，辛苦的看的。刚才李委员提的是正确的，就是说，第一个，就算你在同一个分支计划或者项目里面，但他提出的理由是不同的，所以你们要先针对理由去解释嘛。现在不要讲说标的是同一个分支计划项目，所以就并过去了。你一定要针对李委员所提出的理由，然后去说明，然后要不要并，那由委员来决定，不是由你们来决定说把它并到同一个分支计划。那现在比较麻烦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进入到一级、二级科目别去说明了嘛。那现在那个刘委员他们是拉到上面那个分支计划嘛，啊，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还是针对委员提出删减或冻结理由先说明，然后看要不要并到分支计划或什么，再来看要不要增加冻结的数目啊等等的，好吧？就针对那个理由的部分说明一下。从三组开始吧，主席。好，三组案先说明好了，哎。针对品质。
35万。这个我就不能35万都，我要不要我要替你回答？等一下，35万，你改币，你说就。这个第九案第工作项目里面，你们第九案编列主要是办公、房舍、宿舍所需的环境清洁，你就针对这边来回答嘛。去年编列多少钱？那今年你们做哪些事情？我们没有，那清洁费没有增加，就是依照合约来编列的。可是他提案说你增加6000万啊，增加600万，谁啊？就是那个人力委外的部分。你要跟他说明清楚，跟委员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人力委外的部分就是驾驶保全公有的部分。那因为我们那个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是像清洁委外，它这个是整个在那个分支计划里面的。那因为整个计划里面看起来是增加的，那实际增加的是在我们一般事务费里面的委外的部分，是这样子。我们报告一下。你们讲的我是听懂啊，反正你在各项的有关劳务的部分你全部委外，所以在各项的不管是我们的科职目，你就是拉到上拉到下面，你都一并就是把这个费用均分在这里面了啦。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107跟108的预算就无形就增加的，本来是固定的原额，现在全部委外去承揽你们劳务的话，这边就是增加的部分。所以主席，那我们刚刚冻结部金额是比较少了啦，那我还是针对30万一定要再冻结，好，一定要再冻结，他们一定要详细说明你们怎么样任用这所有的劳务委外，分配到哪些工作项目下，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好，王委员，我请教一下外交部哈，事实上委外跟人力派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询问第一个问题，你们去年到今年你们的员额，不管是临时的或者正式编制的，有没有减少？你们有没有解聘人啊？因为委外，所以你们有的同仁的工作机会没有了，有没有这个情形？不是，你们要把这个讲清楚，就是我没有去伤害工作机会。那在我们现在预算里面，有些像清洁工作等等，它是等于是契约委外承揽的关系，因为我们政府不可能养这么多人，将来不管退休各方面东西，但是不能所有的业务都由委外承揽，好，它是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所以你把它讲清楚，有没有伤害到我们现有同仁？比如说以前，这个人是我们月评估做那么久了，我现在把这个委外，或者是公有工作就没了，什么工作就没了，有没有影响到工作机会？第二个，他在法律规定的委外的承揽的项目里面有没有超过？那第三个才是我们预算没有增加，预算没有增加或合约签约，因为这个委外就是一个商业契约，把这个部分说明清楚。我觉得我们委员会希望的是，不要有人力派遣工，不要伤害现有的工作机会，不要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同仁上到下，不管他的工作叫做公有、技工，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约聘雇人员，都不要影响到他们。我们的用意在这里，所以请我们要对题，针对这个说明一下。报告委员，有关那个临时人员或者是聘雇人员哈，并没有说因为那个我要用然后就把人裁减，目前是没有了，包括临时人都没有，聘雇还有那个临时人都没有。可是你要记得哦，行政院有发布哦，像这个劳务外包或者承揽的派遣工的，2年要归零呢。那你们现在明年开始要大量的委外劳务派遣。稍微，目前派遣大概有9位了哈，那就是分别在公证会还有那个国传司，那他们今年有检讨，就是说那个要不要用临时人或者是用劳务承揽，那这个部分当然以我们人事单位是希望说就是朝向用雇佣临时人员的方向了，不过我们那个业务室他们有另外的考量了哈，所以说以108年来讲，他们还是会采那个劳务承揽的方向来处理这样。主席不好意思哈，你们大概知道劳务承揽跟约聘雇人员的做法是不大一样的啦哈，因为劳务承揽基本上就是一个委托案，然后丢出去哈。那说实话，对于来这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其实保障度，我们老实讲，其实还是不大够的啦。哦，因为如果你这个案子没有了，通常那个公司就把这些员工就解聘掉了啦。那每年度就不少不同的公司来标我们的劳务承揽案，然后为了要标到这个劳务承揽案的结果就是削价竞争啦。哦，然后比如说跟你标3万块，他抽到他的管理费。
考考委，那个人可能剩两万多块钱，然后明后年又有一个新的厂要来，写两万九得标又压的价格更低。如果我们实际上去了解很多的劳务承揽案，最后都会变成我讲的这个情形哦。那我会觉得说，因为其实不是走外交部，其他单位都面临说，当我们中央政府决定说我们减少派遣人员的时候，很多单位的做法是，就是变成你讲的那个方法。那事实上，这些人有来跟我们澄清，他们希望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比如说改成临时人员任用或等等的方式啦。那我觉得，也许这会对他们的保障度会比较高，会比较够了哈。所以我还是建议在这边，就是在外交部的部分，让这些如果这些员工过去你们认为他们派遣做得还不错，我会建议他们把他们留下来作为临时人员任用，比起用劳务派遣案的方式，我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权益更有保障了。那除了是外交部认为我完全压根就不需要这个业务了哈，我都在这边是给外交部一个建议，不然的话，我就觉得对于能够有这个机会做这样的工作的你。对我们的政府来讲，也许只是一个行政措施而已，可是对他们的整个家庭生计是会有很深的一个影响。这个侯林长扣起来了。主席，我要补充一下哦，基本上所有提案里面啊，这个李玉玲委员提的最具体，他提到是关于第九说明九，这个贵部的办公房舍所需的环境清洁。好，这笔经费包括5300多万，包含。在这个你们预算书里面，0279、0282、0284三个工作项目合并起来，才是所谓的说明九的部分。那这三项加起来5300多万，是不是比107年度多了600万？为什么会多？你应该是针对这个去说明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这边多的部分，其实就是因为劳务委员的部分，其他我们都没有增加。所以各位委员主席，他从头到尾就跟你并在劳务委外，所以在这一个项下，前面我们已经有冻结了嘛，那在这个我这个项下，我就坚持减列500万。他的劳委外，我就前面是动嘛。那个第一个委外承揽，好，我想每个各方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一样，所谓人力派遣跟业务委外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会的委员员坚持是要把这些工作杀掉，比如说清洁工作，好，一方面造成部里面这些工作没办法做，第二个，那这些外部的包商，他们所丧失的这些工作机会，我们也可以一起承担呐，我没有意见，但是要想清楚哈，因为我们人力派遣跟委外的不同，应该去问劳动部，不是问外交部，那个确实不一样，否则我们从地方政府乡镇市级一直上来。是主席，我为什么减列500万？我的提案说得非常的清楚，我并没有影响整个的清洁工作，这清洁工作例行的。107年变多少？我们同意都照列了。它现在是108年增加的部分。你若委外的话，你107年的清洁工作，你108年委外这个部分的经费就多会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多出来的部分，你不能在每一个委外的时候，每个科子目的时候，你都增加增加增加。那我没有看到你具体的，你实际原额部分的这个减少的部分。没有啊，所以我才说把增加的部分不影响清洁工作，不影响我们正常的执行的业务，这增加在108年部分才会把它减列掉。啊，罗委员，主席，我帮你们解释一下，那个因为那个刘委员问得很清楚，就是在第一目一般行政第二零二基本行政工作下面说明九。本部办公室、房舍、宿舍所及环境清洁，点点点点点点，对不对哈？重点是后面点点点啊。对。你后面点点点，后面一直连到后面还要包括什么？办理本部勤务保全、驾驶等委外等等等等一大堆嘛。所以重点不是前面那个所谓的清洁嘛？对。后面点点点，如果看整个预算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今年之所以增加，就是刚才你们一开始讲的嘛，因为劳务的这个委外等等，所以会增加大概六百万嘛。所以清洁费用那部分前面都没有，只有。劳务增加一部分，那、啊、如果要照李委员的说法，三减五百万的话，等于是那一部分就没有了、啊。那前面我们冻结部分就等于
等于假的啊。可是主席，我要问的是说，当然啦、啊，待会就看那个李委员。我要问的是说，你们一样啦，你们历年来都有相关的预算啊，然后为什么会现在会增列那么多？那第二个是未来你们的劳务承揽的部分，那个部长这边也必须要去，因为行政院都统一，就是两年后所谓的就是那个临时那个叫做那个派遣工的部分要归零，这个部分您也要去思考。那第二个为什么会再增加经费？历年不是都有吗？刚刚已经讲过，就是的那个固定，像清洁委外那些是固定，都是固定的经费，没有在这个项目的，这个都没有增加，增加就是人力派遣，不是劳力委外人力增加这个技工工友这人事费的部分。那为什么这个之前没有？以前没有，以前都没有。那以前没有，为什么要现在有？就是我刚刚报告过，因为我们现在缺额缺得很严重。他们，那你们真的是也很可爱呢。那个你们正常的缺补不进来，然后呢，你们的这种委外的缺却可以用委外的去补，就表示委外的相关的待遇性是比较。为什么委外？这劳务委外，正常的缺哈、哦、是要从那个其他机关来甄选，中央机构去调。那每一个中央机构，他们人都缺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根本不可能补，所以一定会被中央给拿掉我们的这个名额，所以才需要去委外。就是。如果说他说这个是涵盖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什么保全啊，或者是司机跟这些清洁人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如果后面还会有吗？还有一样的课程会发生吗？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子前面我就这个部分我们就加动500万，我把减内改成加动的话，你把整个详细的跟我们说明报告清楚，好不好？对对，这个已经重复动哈，你之前是动300万了嘛哈，这笔这个说明九的部分在预算书第66页5300多万嘞、欸，它还是十分之一而已，在同样一个预算科目底下，它还是用到0282的这个房屋建筑养护费里面。加动也不是三呐、啊，那同样一笔费用里面，之前已经有动了300。我们是真的有必要重复再动吗？哈，我们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这个。春节经费能够按照这个行政院相关的决议，能够先补实，如果补不到，我们才用这个派遣嘛。所以刚刚我们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哈、哦，所以我必须跟李委员说明是这个部分，预算书65、66页写得很清楚，是同样一笔预算科目。虽然你的说明九的部分，哈、哦，这个经费也是属于0282项下的嘛。所以外公哈、哦。最主要目的是希望他们提出完整的说明跟报告啦。所以冻结金额，我觉得300万之前已经大家有共识，都已经通过讨论过了嘛哈。我是跟你讲，如果是不是基本，请外交部详细的提出书面报告了。定一下就好了。前面300，那就加动200了，在这边加动200。之前已经。我是认为这样不用重复动哈，同样一个科目，你如果是新的科目，我们再加动，我绝对支持。啊，同样是0282底下。那个主席，其实冻结不是删除啦，而且也不是说你们马上这些钱就马上要花完啦。我觉得说李委员如果有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相关的就余力，我觉得你们提书面过来，那经同意就可以动支啦。300万哈，我要我们要动300万是针对0282房屋建筑养护费的部分。对啊，那你现在我们又讨论到0282之上的一级用途别，你二级用途别你已经把它动了，你要一级用途别又把它动，同样一笔业务费向下的，我们不需要所有重复的动作了。主席，我可以建议，报告主席。因为我们现在是35到40，对不对？现在不要35动多少，36多少，现在把这个东西讨论完，要不要加动？
好，再来处理，好不好？好、啊，先说明嘛。不过这个部分哈，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啦，就是说你刚刚说的这些劳务承揽，其实你是要来补充临时人力的，就是我们之前临时人员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它不是编制内的哦。如果照你们那个，你不是编制内的哦。编制内缺额的人员。嗯，跟我先跟主席报告。他说是啊。其实这个不是临时人员，这个是我们事务性的人力跟临时人员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是事务性，是，对，所以公有技工他不是临时人员，他是事务性劳力的。就像台南市政府也是一样啦，就是说公有技工不知道从应该好多年前开始不补了啦，所以这个是编制内的员额该做的事，那人事总处控管所有的员额不让你再补了，但工作还是要有人做，所以这些经费用来找人做这样的事情，委托业务来做这样的事情，大概原因在这里。所以这个就算打死外交部，他也不能去找临时人员来做了。这个是编制员额内应该做的。那我们想，各地方的乡镇市公所，一直到县市政府、到中央政府都一样。光有技工哈，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冻结不补充人力了，不给你员额了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们如果把理解清楚的话，事情还是要有人做。那员额又控制，而且它又是编制内员额该做的事情，我们动300哈，其实要让他们把这个事情处理说明清楚，应该我们的态度，本委员会的态度就表达得很清楚了，否则我底下刚准备叫上者，好、哦，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们之前处理是从二级科目用途别，哈、哦，逐项这样讨论上来，该减该动都已经处理好，我们现在34到40，它是回到分支计划，譬如说我们在亚太市下面的东比亚科，我们已经把它减列了。要回到整个部里面，又要把它同样一笔经费把它减列，所以我们刚刚减列是在分支计划同样一笔分支计划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向下的意图用途别设备及投资下面的0319杂项费，我们已经减列了。好啊，陆化喜工哦，我属于要工，我们在二图别二级已经处理了，一级处理了，又回到上面分支计划又再处理一次，一笔预算连续剥3-4皮哈。我不是用3-4皮的哈，我们处理3-4，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哈？主席，这个是不同像不同那个下面的目次，那我们在分的时候，那个资料也是这么分的啦。林伟，你的提案我有看了哈，你的提案是37案，对不对？37案你是回到分支项目嘛？你是回到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我37案没提啦。不是，那这样讲的话，就疫情医师人员把一样的全部把并在一起来讨论了嘛？对不起，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那为什么要分开来呢？没有，我们是照理讲应该照分支计划来分，可是现在你的排法从34到37照说明栏去分，你知道吧？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立法院这边要去检讨的，因为我们是照说明栏去分每个案子，然后再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分支计划怎么处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还是请他们先整个说明栏说明完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分支计划或是科目要不要处理了，好吧？因为我们是用二级科目来分呐、啊，所以到通案的时候可以大家提醒一下啊，不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嘛。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处理模式是这样。主席，其实可以很简单，以后大家规定哦，就主席你们就规定我们委员就只能提二级计划的冻结或删除，这不是三位的不要提就没事了嘛？这不是每个委员会他审查预算有他的特色了哈。那一般我们一般在二级一级我们处理过之后。回到最上位的分支计划的时候，我们再 review 一下，有没有我们还没有捡到的部分，或者还没有我们觉得需要从分支计划里面再去切入、再去着手的部分。好、哦，通常我们这个是不处理。如果我在其他委员会当招委的时候，既然一级、二级都已经处理过了，我到分支计划我就不处理的，因为一级、二级已经处理过了，再重复处理就变成说你一笔预算重复处理了3次。好、哦。所以我提供在其他委员会的这个预算处理给大家做参考。是通案的部分嘛？哎呀，不然我们把后面也一并先讨论完啦，因为还有到40嘛，哎呀，因为大家理由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再回去检视我们通案的，就是我们。我们40案之前都是分支计划02嘛，基本行政啊、哦，你41开始就到03分支计划了、哦，就要资讯管理，就是不同的科目了、哦，好、啊哦。那我们先处理到40啊。
对，那四十案我是觉得通案的部分哈，就是30到40，就是属于分支计划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的通案的部分。嗯，那通案的部分如果之前有处理过，我想一般惯例通案就不再处理了。对，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只有一部分啊，那个时候在动的时候只讨论到劳务嘛，你后来大家写的那个理由全部都是在后面，所以变成会我们这些会都没有讨论到，那是不是我们再去，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再 review 一下刚刚的动结束或者大家怎么样去再去做增减，好不好？就是去讨论这样。我是认为说，其实。上位计划要讨论，分支计划讨论，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了哈，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职权。我刚才特别跟我们同仁大家沟通看，就是说这个业务的委外，是因为我们编制员额已经10年左右不让他补充了，那该做的事情，这个业务还是要有人去做。那公有技工的冻结已经是跨政府的一件事情了啦，人事总所决定了哈，跨政府、跨单位，也跨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它是一个同一个正常现象了啦，哈、哦，所以我们是不是整个给他冻结300万，然后要求外交部要做报告，要做说明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当然就不再有人力派遣；第二个，我们要确保我们部内现有的工作同仁的工作机会不会减少；那第三个，我们这些经费。去支应的业务的必要跟尽量就是一块钱就做一块钱的事情啊、哦，把它说明清楚，他做哪些业务，那这业务值不值得这一些经费的开支？那说明清楚，让吕委员也好，或者关心的林立场委员能够了解清楚。那冻结数300，或者再加200，冻结数500，我是觉得我们冻结数300，那个态度立场就。也够了，而且他们也一定要说明，就算不冻结，他也要说明呐、啊。好，所以是不是大家这个案子我们也讨论很多了哈？那这一个工作业务要委外，一定不会只有外交部碰到。我刚才讲这一个原额的不补，已经是一个跨政府，也就是不管谁执政都有同样的情形，跨层级，中央到地方哈，跨部会，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冻结300？那这案子把它让它过去了哈。张委，我只补充一句话，因为刚刚这个已经有讨论过，就是刚刚王地委员要求的这样子的说明内容里面，还包括这些委外业务的这些承包公司，我们在跟他们订契约的时候，一定要明定要求这些公司对于这些劳务人员的劳动权益的保障。哦，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政府单位可要求的。啊，立法院所有的制度跟体制就是这样子规定的，就是你编排下你议事人员第几案到第几案，我们是并案在讨论。现在我的35到40，也就是分开来的讨论，但是外交部的解释我一直不能接受的，就是说这个就跟前面的。劳务的承揽的部分委外来一并处理，都是委外一并处理，那是我们的预算要去怎么审查。那最重要的，当时外交部就有9个派遣，当下行政院就希望你们赶快用原额方式来自己来评估。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是劳基法有都有规定的，我们劳务委外的话，这些人的工作是非常不安定的、稳定的，他们的劳权是受到伤害而且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来说不要一直是劳务委外的情形跟派遣的情形，所以我们才希望说你们要配合行政院的政令啊，行政院不是2年要归零吗？那你们还大拉拉的在明年开始全面委外，这里要没有把这原来的9个把它回正常的人员原额去聘用，保障他们的权益，反而现在全部要委外，我不了解啊，我不想你们把这预算的科子模式怎么去调整的、啊。那也我可以遵照议事人员的分配，前面做归前面的讨论，后面归后面的讨论啦。所以你预算书这样子说明。我们不了解，难道说你现在要跟行政院的政令去冲突吗？那你明年用劳务委外的话，那你何时108年劳委外呢？109年要继续编吗？你们要继续编吗？那你如果配合行政院要2年归零呢？
所以你正常员额不是没有给你，107年有给你这员额，是你自己去招聘不到人员。我也不解呢，大家都在找工作呢，公部门的工作不是更有人更希望进来做吗？所以这个我们都不去谈论了哈，反正所有的工作，不管是司机、保全、清洁工、技师，全部都要有人在岗位上去做事，那就是积极的去聘用嘛，去找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认为还是要充分的解释，在我们议事人员的阶段性的讨论，才能够尊重每一个提案委员他们质疑的地方，做好说明。好，因为我们35到40是变案的，我们下面的先说明好了啦，再一并处理好不好？你好呀，你主席，我会建议哈，就是说因为刚才刘委员做。关心这个劳工这一块，我们都可以理解，但这个议题刚才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先建议外交部哈，就不管你们的分支计划子科目是什么的哈，你们自己先整理一下，只要处理到相同理由的，你们到时候先并案说明。至于我们要不要并案处理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你先并案说明，好，比方说这个35万虽然跟前面那个科目是不同，但是你先说明说30万也跟这有关，我一起说明，大家一起来讨论，否则现在走到，我现在提议一下主席。我会这样子讲，就是因为我不想他们的那个劳力派遣跟那个委外的情形啊，放了多少个科子目里面去。我再比那个提出一个说明啊，我的127案，我的127案有没有再放出你们的劳务派遣委外的情形？这个第一目跟第二目，这个金额有没有？相互交叉的重置的情形，所以我还说我要先再动，在30万先动，我不晓得后面还有没有很多这个案子，也许其他委员的提案也有，我现在是说先提出来，我的127案就有了，要一并讨论吗？你到时候跟我说明说并入劳力派遣，不是那个你要这样并入吗？对，所以我说，我就遵照议事人员的分配阶段性的讨论，就是我们的制度嘛，是不是？这个院长讲的有道理哈，我是这么建议。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讨论02哈，在分支计划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哈，基本上它的编排有一点点，我可以建议就是说，基本上它的分支针对分支计划所提的减动表哈，应该放在最前面。好，那你招委才知道说这个是针对分支计划所提出的减动表，是针对整个分支计划所提的。那到先保留到最后处理，我们先处理下面的就是分一图一级用途别跟二级用途别，针对这些向下这个分支计划向下的所有的用途别逐项去讨论简列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我们第02分支计划里面还有哪些还要再动的，还要再减的，再做一个检讨。所以被你讲到问弄不傻傻，我想要不要就照这个就已经排列好了。不啦，我是说的、那個、对的，我说这部分一般是在分支计划里面，大概是在整个 review， 大概前面有减的，大概就不会再动了啦。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了啦，先休息5分钟。年纪半百了。这不是人力派遣，这个业务是因为员额不补，所以是编制内该做的事情，但业务还是要人做。业务委外，业务承揽。再说明清楚。你们其实要说明清楚。第一个，这不是人力派遣。第二个，这个业务是编制内该做的事，但是编制员额不给了，所以我们把缺额一定要跟各机关来征求，不能跟民间公司。对的，那个。就算你要求补缺额，也不是外面聘的，是要人事总署给你的。对的，对啊。那个讲好了，就是加一块，然后送，然后就这样一起说明的，好不好？好啦，感谢。加100啊，加动100啦。好，没有，一样要说明的。一样的道理，公签证。我懂，他做列本来就有了，这盖呀，没有啦，没有病了，就财务。对，逻辑就很简单。那这个工作也不可能给民间人士，他这是公务机关的编制应该做的。那、啊、你们下面这个呢？不知道啊，想要说明那个先说明的马委员，先去说，先跟马委员讲。那我觉得刚才的顾问。
这个预算是政府出的，不要自己的本位，不要想说什么都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很多在看我，我想我很多人都不知道啦，所以你们讲要讲清楚，啊，一个基础，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各单位的人力已多，但是各家还是要花，没有过量，就咱现是流量，流量一规定是我们同意的，是啊。
我们继续开会。好，针对35案，哎，说冻结100，35到40啊，哈。主席，那个有跟你委员沟通，就是35加冻100。好，然后就前面报告好了。好，并前面。好呀，那我们35案呢，我们再加冻100万呢，哈，然后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我们说明36到40。外交部，请说明。36到40这回事啊？这个36不一样啊。36提案委员不在了，所以你在不在？好，不在。37也不在吗？啊、哦，好，38、39、40。这是一样的、啊。说明一下，说明。说明一下，都是马委员的。那个跟委员报告、啊，料费已经说明过了，那39好了。赵律。赵律了。这是有关。天母使馆区有关这个宋文生啊，这个部分，我想宋文生的这个的大，哎，还是38、39、40。报告委员，我先主席，我先补充一下，那个我的是35案，对不对？那37案跟我30万一起并入，一起哈，合并处理哈。啊，37并35，36把并进去好了。好，全部并进去好了。35到37，部长要讲并案冻结100万哈。第一段，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那个39万，那个马委员关心的这个盛文生啊，他们没有在台湾设立大使馆的这件事情，我们都有积极在。在努力了哈，那他们有可能很有希望了，争取到他们来这边设大使馆。39，台北宾馆，不是不一样的。跟委员报告，我觉得一样，就台北宾馆啊，是已经列入国定古迹了啊，它是101年建造完工的，已经有117年的历史了，啊，也是从1995年整修完工开放到现在已经13年了，很多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也必须要再加强来处理。希望委员不要冻结，因为这个部分的这个整个外包的一些费用，全部是公开招标，依照企业的金额来编列。标出去了、哦。事实上，每年都有合约，我们是2+1的。事实上，整个都现在维护都是已经都在委外了，包括他的空调机电。所以每年都固定的人哦。固定的费用。我说你固定的人吗？固定的对象吗？不是，你发包的对象是每年都是那一家。没有，我们是2+1，就是。一次2年呢、啊，表现好可以再加1年。嗯，我们一次发、啊、现在是第几年？应该是第2年了。应该。对。应该。不，第二年了。对。啊，可是你今年是增加，对不对？增加主要是维护的部分，因为这个合约是固定给他委外的，包括机电、消防、保全、清洁。为什么今年要增加？增加主要是维护，另外修缮的费用也是同。不同家，这个在含，这个修缮是外交部自己发包的。嗯，为什么要今年多增加维护的费用？以前不用。不，我跟我们吧，因为我刚刚已经报告这个部分已经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经过13年了，保固期都满了，所以现在很多，比如说木座，这个泥塑、啊、没有就是了。以前有做，但是比较，我们希望已经经过10几年了。因为这样我们不知道你要维护什么，你是今年突然增加这个部分，你既然已经说开放13年了啦哈，你们今年接待外宾几次？我想接待几次？这样子，我跟委员报，我们现在台北宾馆固定配合总统，我每个月开放一次。另外，现在大幅增加的部分，就是我们让希望民众能多到台北宾馆参观。好，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一到礼拜五，只要有任何团体、学校、民众，包括老人会，包括社区，他只要。来电话或来外界，对了，那个我们知道了。我刚刚问的是说你今年接待外宾几次啊？
那个你们之前有讲过了嘛？今年我问的是今年接待外宾几次啊？107次，但是我们107次，讲几百次吗？不是，那个是民众的开放批次有100次以上，一年有100次。你们把它列出来了。我们现在讲的是你像你开放的场次，其实今年都比去年少了，然后你像包括总统府，他开放的场次都比你还多。那你接待我所谓的外宾，不是你像这种那个老人会啊什么的这些啊，你因为你其实多数哈都是外包给各大饭店使用的非常少。我今天特别要提出来，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以外哈，你的维护管理，因为你今年突然增加了600多万，我们看不出来它到底增加什么。另外还有台北市其实寸土寸金，它又是算是台北宾馆也是古迹，那你总统府其实有时候都有适度的开放了，那在它的历史意义的呈现上面，我刚刚讲到台北市寸土寸金，有时候民众的游憩休闲的地方很少，其实它的那个包括它的草地园区，你比如说建筑物本身你做一些规范嘛，不要开放，可是你像草地啊什么这些，你不要让人家站在那个铁门外面看，其实你是可以开放，适度的开放去一起做一些休闲活动的啊，好，那个部分也不影响你的安全，各方面都没有，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开放？我想文青很好，因为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对，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在没有公务用途之下啊，除了不给他入内，我们整个的园区，也许我们就开放到民众可以进去。好，这个部分我们冻结100万了，我就不要简列了啦，好不好？那你们提，因为刚刚提到的说你增加的部分，你增加突然增加了600多万的维护费，100万，增加一百万。总共100万吗？没有，主席，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哈？因为主席的动机跟思考是很对的，就是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古迹，这么好的一个维护，106年，民国96年、95年又大翻修，那应该更多人可以接近，可以接触。那现在的看法是说，第一个，我们固定开放时间是不是比较少？相较于总统府每个礼拜，你们是一个月才一次嘛？一个礼拜一次嘛？我一个月是配合总统府大开放，我知道啊，所以一个月才一次啊，所以一年才12次而已、啊。比总统府更少。对啊，总统府是每个礼拜都固定好几次的开放时间。当然我知道，一旦增加，一定会增加你们的人力、成本、管理费用都会增加。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如果把它，因为他今年光是台北宾馆，我只增加100嘛，对不对？那如果冻结的话，等于他那个反而增加的机会就不大了。我建议这个是不是可以改成主决议，但是要求他们去做更多开放的一些做法出来。好，同意。可以吧？好像主决议了，好吧？你们赶紧写一下吧。好，那接下来40、39有40，那改主决议是。40案哈。那39的部分哈，刚刚有提部长有提到盛文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积极的去争取啦，因为既然是我们的邦交国，那他在我们这里为没有设大使馆的那个，这个可以继续积极争取哈。另外其实教廷也是设代办啦，不过我现在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我们这个天母使馆，它是专用区，它除了提供我们驻华外交使馆办公跟住宅大楼以外，另外还有是给那个国合会，对不对？可是这么大栋，它的使用度真的不高。那你刚刚讲的党库啊，各方面的考量，甚至侨委会都在找不到地方，还被我们朝野的委员，大家都说他到现在还要花那个租金啊等等。其实他还是帮忙做一些外交部强化外交的工作。我们应该要去整合资源，怎么样善用这一块，而不是你刚刚又要专门盖那个宿舍，结果宿舍挪了1/4要来做党库，其实我觉得这都不对，应该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一个天母使馆的部分，你不要放着不用，然后我们又自己花大钱，然后再去盖。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积极处理，这里冻结100万，就这个部分去做整体的规划考量。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好吗？有没有问题？好，可以吗？好，我们第41到42案并案。
请宣读。第四十一案，外交部第一幕向下档案处理其他业务租金详细用途不明，原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第四十二案，外交部租用库房租金提升未予说明，原征的一般行政项下档案处理其他业务租金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以上宣读。主席，可不可以先就程序问题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的编法就是先从二级科目谈，再回到一级科目，然后再回到上面的分支计划。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个默契或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在前面二级或一级都已经讨论那个理由、案由都说明清楚了，那就不要再从，否则会等于有点推翻掉我们之前的一个决议啊。如果说那个理由是不同，那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在那个更高层的一级或分支计划再去动，这样可以吗？因为哈，对我们来说啦，我们虽然是特别用分支计划，不过因为如果有委员针对特别的提案有特别的关切，我想大家讨论一下啦。如果获得共识以后，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做检讨嘛，要不然大家就用工作计划就好啦。好，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采取这样的共识。不过如果有特别，大家因为我想每位委员，也许你到后面还是会有看到一些自己比较坚持或者是特别关切的，我们还是没有。主席，我刚才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冻结的案由跟理由是同样的，那因为我们之前在各下一层都已经有共识了嘛，尽量不要推翻前面的，尽量了。因为刚刚吕委员讲的是你在那里是这样，可是你在其他的部分，他你又有感觉上还有分裂在那里啦，有分裂在那里啊，所以可以提醒就好了，尽量不要重复讨论了，好吧？接下来四一四二，请外交部说明。是主席各委员大家好哈。那这个为了解决本部档案已经没有存放空间的严重问题哈，那我们部里面分别在104年租赁了纺拓大楼的4楼，还有在105年租了汐止复兴科技大楼的15楼存放这个归档的档卷。那应付的年租金在纺拓大楼的部分年租金是214万，那汐止档库的部分的话是年租金是645万，所以说两个库房的年租金合计是859万。好，我们是依据这个租约的价金核实来编列。那至于说委员有特别关切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去问到国传署哈，就是说有没有国家这个办公厅所可以让我们存放档卷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在租这两个库房的时候都有问过国传署。103年的时候我们是问过国传署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可以公文办毕归档的作业空间。那国传署回有5个场地，那5个场地可是这空间都非常小都不是很适合作为这个档班闭归档的作为空间，不然就是因为它是市中心区需要有偿使用，那有偿使用的那个价金非常的高将近2亿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另外所以说我们在104年的时候我们就租了纺拓。那至于说在在104年我们空间还是不够，我们又函请国产署来优于考虑那国产署也正式回函说没有合适的标的可供评选，所以说我们在105年的时候就租了汐止档库。那我们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没有在放弃哈，就是说我们要节省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尽量不要去租赁档库，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请国产署优于考量配发国有的办公厅舍。那国产署也在107年哈，他正式来函，就是说他可以配发我们在新店庄敬路哈有国有办公厅是乙间，可是只有103坪。那103坪的除外哈，因为这个还在盖，所以说那112年才可以进驻。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考量现在还有我们现有还有租用的库房已经都饱和了哈，而且我们的库房很分散，管理人力也不足，不利档案的有效存管，还有民众申请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是已经有在规划要新建自有档库来有效管理档案哈，兼顾节省租金的支出。那当然就是说完备相关的建构计划会报请行政院核定，再送交大院来审核。那所以说在这边恳请委员考量本部存管档案的需求，而且库房租金都是契约价金，准免冻结100万元，谢谢。喂，这个啊，
去年编833，今年编859，这是涨价是不是？是租金有涨价吗？这跟委员说，做个说明哈。去年我们都是依照契约价金核实编列，但是因为去年被大院通山预算3%呐，所以说我们被删了3%之后，我们少对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没有多编。第一个，我们租用的面积没有增加，租金也没有增加，只是因为去年被通山了3%，我们今年只是在把它补足。谢谢。那你通完3%还是可以用吗？就是要不然你要不然等内多啦。对啊，就我的意思说，就是通山成3%以后，你们还是一样用833去付嘛？不行，用833去付，因为房东不会同意，我还是付859。啊，你那个另外多一个，就是 camp 等内都从其他地方拿过来补啊。其他地方还不掉。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请这个委员支持，就是说涉及到契约价金的部分，尽量好。好，你刚刚一直讲你们这个档案库的问题啦哦，所以你们现在是有自建方案是不是？什么时候评估出来？目前正在规划当中。什么时候会？应该明年明年上半年会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库房的部分是跟植物宿舍的部分会有一个共同一个新建计划，所以会建在一起还是怎么样？就北投致远新村的部分，那个基地面积是非常大。里面的话，就是说盖完植物那个单身的宿舍以后，实际上政府有那么多闲置空间。全部检讨了，我们全部，我们这个所有的公文都可以提供给委员来参考。我们这个函请国产署去跟我们，就说看有没有适合的空间给我们，他们都有回函。第一个没有合适的，另外说提供了之后不适合用的都有。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最近的107年，我刚刚提到的部分的话，也是国产署特别，他们说在新建装进路上有一个，我知道刚刚提，所以现在你们自己要建这个已经变成你们内部的决议了，是不是？是不是？至少还是说，至少也是有朝这个方向在规划。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档库太过分散哈，在汐止新店、这个房托大楼北投都有的话，实际上是不利档案管理，也浪费很多管理人员人力啊。这样听起来，我还是不晓得你们到底决策是什么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我跟李玉玲，我们就动100万，你们把你们的决议。到底你们将来这个库房，你们是要建还是不建，还是要继续租？我就要有一个决定啦。包伟，我们刚刚已经前案已经有说要提供一个书面报告，整个建制的规划给院里面这边参考。好，等你把这个计划拿出来，我们再解冻了，好不好？好。我是建议这个，因为这是依照合约编列要付费的哈。你冻结的话，不会一次就付了。不会了。刚才江委员要求下位起送来就过了。我们在前面那个所谓的这个植物观测这边的讨论就已经有个同样的决议了啦。在那边就是要求他把报告说明了，不同案，但同样是，但是同一件事情，但是都会涉及到了。那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科目通通都要冻结哈？我觉得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是合约啦，不会啦，这个不是公务上的他签合约，他也会有弹书啦，立法院预算。的弹书啦，这合约你一定要这样签、啊，你不可能说完全授权、啊。你所要求的事情，在我们之前讨论的资源对，我知道那是另外一个案啊，结论是一样的、啊，跟你要的结论是一样的、啊。结论一样没有错，但是动不同的个案啦、啊。不同的项目、啊，不一样啊、结论一样、啊，那做出来的动作其实是一样的、啊。不会，你就尊重我，动100万、啊。外交部100万有问题吗？没关系啊，那因为包括我们植物观测，还有天母使馆跟这个，反正你们一并要做这样的报告嘛。哎呀、啊，就把它做出来好了啦，好不好？我们就试一试并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那你们就赶快做出一些评估报告嘛。但是另外。报告还是并到前面的报告，应该可以并。内容是一样，并在一份报告就好了。你反正一起出来，但都要放进去啦，理由都要放。好，第43案，请宣读。第43案，外交部第一目档案处理一般事务费经费分列未说明理由，原予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委员林立成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请说明。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108年度档案管理相关的经费是编列1712万2000元哈，其中有1600万是档案管理劳务承揽委外计划。那另外库房啊，我们这个承租的汐止库房里面大楼管理费啊，编列的这个
1122千元哈，所以说我们比107年总共增编了294万元。那在我在这个细项的部分跟委员说明一下，档案管档案管理劳务承揽委外计划增编了189万6千啊。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每年持续增加约25万余件的公文量哈，衍生库房管理还有调阅哈，还有各项服务的行政费用，所以说我们透过增加一个库房管理人员，本来是5名，增加为6人，那调整全案35名哈劳务承揽人员的薪酬，那平均薪资是从大概26000调到28000块左右，那另外也增加了挡车的运费哈，以提升这个作业人员的稳定性，降低流动率，而且最主要也是要呼应行政院提高低薪族群薪资的行动方案哈，然后另外在库房管理费增编198000元的部分的话，最主要是因为汐止档库我们租用的这个复兴科技大楼管理委员会哈，实际上在107年1月开始就调涨了那个每月的管理费，从每平80元调到100元。那我们汐止档库总共是804平。那当初我们去年是以说这个租方没有事先告知啊，我们的预算都已经经大院审核通过，所以说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付啊。那硬凹这个租方就说，那你先不要收。那租方他免予同意之后说，那我108年起就是要依照这个实际的管理费多少，我就要实际洽收。所以我们这个198000是依照108年全年管理费的额度核实编列。所以说在这边就恳请委员支持本部哈，依循这个文书还有档案法相关的规定办理啊这个档案业务哈，而且库房管理哈这些都是契约价金，那准免哈冻结200万元，谢谢。其实我们觉得说你们整个就是劳务承揽这个部分哈，刚刚省下来一路都有这样这方面的一个劳务承揽，那我们不知道到时候你刚刚说的你要呼吁行政院的不不不，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您呼吁行政院的这些就是派遣工在2年后全部归零的这种规划，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们要呼吁的时候呢，应该要去做一个整面性的盘点，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未来所有的资料如果是无纸化一化之后，你们的人员还需要这么多吗？你们的一化设备不断的再去做一个提升，那你们的一化设备提升之后人员还要增加，这表示你们的一化设备跟人员增加是互相矛盾的吗？我觉得问题一再提起，我觉得外交部要改善你们的说明的方式。第一个，这个跟派遣空无关，派遣工要归零了，这个是既定的方向，而且是跨部会的。第二个，这个承揽业务是因为编制内的员额已经冻结不给了很多年，可是这些业务还要做，所以部分的业务没有机敏性的来委托来处理，比方说工友、技工、司机等等。所以就算我们要求把这些工作恢复，他也不是找外面的员工，他必须在公务机关里面找员工，这个是公务编制内应办事项，但人员冻结不再补充，而该办的业务不管是工友、技工或司机，该做的业务还是要有人做，所以这个费用跟派遣工无关，因为派遣人力我们都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也一定要归党员内都要归零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违反派遣工的部分。我觉得它是变相啦，那委外一样也都是编制内的业务跟派遣工完全不一样，这个是common sense 啦，我觉得我不用去争论这个部分，就是派遣工的业务跟编制内的工友、技工、司机的业务是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是基本的。如果要硬要说一样的话，这个已经是10年来的事情了啦，没有保障是一样的啦。你委外出去，委外聘的这些人，委外什么？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吗？委外包仓怎么对待这些委外人员？就不用管吗？那个是劳动部要处理。现在我在发言了哈。第一个，这个业务本来也是我在讲的东西啊，我当然要讲话、啊。我觉得有些东西基本常识了哈，就是非常基本的常识。业务内是编制内的工友机构该做的，我们在关心的是，而这个编制政府已经不给了，这些工作要不要做？这是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那有民间业者来承揽这非批米线业务，从乡公所到中央政府都有。至于他的工作内容有没有符合劳基法的规定或者基本劳动条件，当然要关注，但是关注不是在这个业务承揽的事情上面，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讲一次，这跟派遣工无关哈。外交部不用要求吗？我问一下，对不起。我先问一下劳务承揽的内容，工作内容好不好？因为有些工作，坦白讲，假如说营运好了，营运资料好了，你这样为了聘一个人专门来做这个，划不来嘛？即便一个聘雇也划不来嘛？所以先问一个，他的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有没有涉及到机密的部分？因为看起来，因为一定有机密管控的部分嘛。如果今天是就算是电报好了，有密捷这些人绝对没有。好了，那换句话说，还有很多秘诀东西是谁在做这些所谓档案归档的工作？他不可能派我们外交特稿进来的，或是我们一般人进来到北投去做，或是到任何地方去做档案管理嘛？换句话说，我不知道你们机密的比例多少，可不可以机密比例在一半以上？那换句话一半以上呢，还是没办法劳务承揽外面的人啊？所以了解一下他的内容，好不好？谢谢刚刚委员的指教。我这边再提出一个说明，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劳务承揽哈，当然的确跟派遣工它不是非常的一致哈，然后但不应该是不一样哈。那实际上也不是说外交部只有在做这个，就针对档案的部分，也不是只有外交部在做请劳用以劳务承揽的方式来办理档案作业。实际上中央各部会都是一样。那外交部的部分的话，只是一我们都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劳务承揽出去的这些承揽公司，他如何对待这些人员？这些人员都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我们总可以要求吧？完全都不能要求吗？他们的权益都不用顾吗？他在你们外交部工作呢。第二个是，刚刚前面我们听到你们是有五个名额，可是可能没有请到人来补你们的那个员额嘛。那我不管是工作项目不一样还是怎样，那我只是说你们整个承揽的部分，你说有调薪嘛？因为有些部会哈调薪，这些承揽公司对待这些承揽人员，包括他们的劳动劳保健保相关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去顾好？因为拢得咱家做工课嘛。第二个就是罗委员刚刚问的，他们的工作内容跟项目嘛。因为工作内容跟项目，如果只是基本的影印，你要阁加请一个人。再来，我们都说医化了，那你医化应该人应该也会减少经费，减少怎么会医化的相关的设备给你们医化之后，你们的人员还在增加呢？是，好，我先建议一下哈，主席。我建议一下，就说，其实很多的委员都要关心同样的问题。当你劳务承揽或者说外包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照顾最基层的劳工？那我建议这个案子一定要有一个报告跟说明。那一定要有几个思考方向：第一个，在我们契约里面能不能明定或者非常具体要求他必须要怎么样？第二个，在招标的过程当中那个比例。比方说这家公司，你不能以最低价，最低价呢只有就是最辛苦是劳工嘛。如果你在招标的这个所谓的评分的标准里面，对于员工的权益的照顾，然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那我的结果就不一样啊。到时候你每个来招标的公司，他的那个做法就不一样嘛。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些制度或者一些诱因，让这些公司愿意把最好的福利给他的员工。这一块我希望在你们未来的报告里面能够写出来了哈。那这些钱我是担心，就是说我们把它砍了之后，反而最后伤害的是那些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没有要砍了，我是冻结了。那就是我本来是冻200，我们就冻100，你们就提相关的。那刚刚罗委员也讲，我们都关心。就是你们在招标的时候里面的内容物，那我们都期待未来的整个权益都要顾到了，好不好？在这边跟委员说明一下，的确我们在这个跟这个契约这个签订的这个契约里面哦，对，针对劳工的部分，我们都有特别去他的权益有特别去这个注记要特别的去保障，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保证。做到什么样的保证？我们在契约里面包括他的劳健保整个工作的情形，我们都会有固定的。因为他劳健保是他自付还是？就是在这个契约价金里面。价金里面嘛，就是他在你说价金，可是他其实在减掉领到的实质上，你免呀，我知呀，嘿，我大部我各部会都有去审到了哈，你免呀，嘿，来对我这我拢知呀，我只是说他在价金里面就要自费嘛，那他的老板如果是这个承揽公司的话，承揽公司应该要负担百分之多少，然后员工多少嘛？却没有，
也都在他们的价金里面包进去嘛，就他自费的部分嘛。接受林委员、罗委员刚刚的提议哈，就是我们把那个劳工的保障的部分，以及将来工作的这个内容，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接受委员刚刚的提议，就是冻结一百。好，我补充一下好不好？就是说，在书面报告里面还需要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给这些劳工这些多少钱？因为像在退辅会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他们过去在聘用那个长照的这些照护员，其实我们给的钱给那个公司很多，可是事实上拿到他们的手里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在这合约里面，我们可以确保他们可以拿到多少钱。我们必须，因为你钱都已经算出来了嘛，你才编这样的预算，所以你要让我们所有委员知道说他到底领多少，可以确实在合约里面保障他们领多少。我们要求公司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条件，好不好？好，那四十三案冻结一百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好，那接下来44、45并案，请宣读。不过因为还有46到48也都是通。都是分支的通案，都是档案处理。等一下，外交部这个部分注意一下。好，一并宣读好了。好，第44案，外交部房屋建筑养护费估算是否核实未予说明，原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委员江启臣等人提案。第45案，外交部租赁库房支付高额租金，原针对第一目项下档案处理中业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后时的动之，委员林成佐等人提案。第46案，外交部第一目项下档案处理减列300万元，委员蔡适应等人提案。第47案，外交部第一目项下档案处理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委员吕孙明等人提案。第48案，外交部大量使用劳务承揽，原针对一般行政项下档案处理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后时的动之，委员马文君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我们先就是445，外交部请说明。报文，我仅就这个党库耐震力修复补强明年度增加775万这个部分来说明。我想这个耐震力补强是依照106年4月行政核定的建筑物实施耐震力评估补强方案办理的，所以外交部所有的宿舍包括一些党库各级宿舍，我们做了26栋的这个耐震力评估。但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大概只针对北投党库跟志野新村他觉得这个耐震力需要补强那北投党库是因为现在目前放置大量的党券，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就先优先办理这个部分，所以在明年度编了这个相关的费用775万。在去年12月，我们请了个专业技师工会，就这个部分来评估，大概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单向，第二个双向，第三个增设外框架，金额大概都是770万、70几万左右。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因为在室内施工会影响办公动线及采光，我们建议专业技师不建议采用，所以我们是依照专业评估采用第三个方案。就是用外框架的方式，在施工期间不会影响公务运作，我希望就是为了这个这个同仁的安全希望这民意这个冻结。好，江委员，是。你这个库房你这库房，请问你们是放在哪里的？是在你们部里面的吗？还在外面的？在外面，在我们北投有个宿舍旁边有个党库。就是你们现在党库的其中之一，就其中一个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不是租的，这是自己的。对。然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修建？之前有没有编过？没有，这是因为行政院规定要我们去通盘检讨所有的建筑的安全耐震，所以我们才请那个技师工会人员派人帮我们这个做全部的检测报告。对，那这因为这个费用是依据他们的报告结论建议的，所以我们才编列这个费用。这个纯粹就是库房没有住人。
里面有同仁在办公跟库房。对，我想我说跟你之前讲的时候，你要去把你们宿舍，然后改成库房那个，你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吧？这不还是纯粹就库房而已？这个是现在现用的，现在已经在使用。现用的库房，对，只是里面有人在办公。对对对，这库房多大？这库房几平？楼地面积是560平。楼地面积？对对，就是地板楼地板面积是五百。楼地板面积560平。是。还有多少人在里面工作？目前的话，我们劳务委外哈，这个劳务承揽的部分35名及管理人员加我们部所以这个部里面的管理人员大概也是劳务承揽，是不是？40人左右。40人。那这个工程多久？这个工程多久？是你们工程要执行多久？基本上775万。基本上这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工程啊？它是一个就是从外面增设框架来补助，等于外面会弄些框那个钢筋来辅助它补墙，补墙这样子。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公开招标来办理啦这个案子。是 H 并从外面支撑。是。那什么时候要发包？不，一定要等到预算通过之后。如果预算通过之后，我们一定才会在明年度发包，依照财务法公开招标。请他们建设计之后，对。775万的规划是建筑师是工会他们评估的方案。评估费用也是这样评估的，对对对，因为他原来第一个方案用。那为什么你们说明没有给我们呢、啊？刚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你们说明都没有给我们呢、啊。对不对？好。所以之前你们也不知道要补墙，然后是因为行政院叫你们去检讨、检视。然后你们才去做这样啊？全部检讨的是哪一些建筑物？你们全部你们对啊，就是说针对这个，原来我们部本部之前有自己有做耐震力检查，部本部基本上在5年以前就做过了。嗯，那所有的宿舍跟党库是依照106年行政院通函，要各机关要去加强这一块的办理方式，我们才在106年接到行政院这公文之后，我们再对各级宿舍跟党所以你外交部所有的宿舍跟你的办公大楼都是这一次检视的，对对，是这样吗？对。然后检视完，只有这一栋需要补墙，不是都有？它比较严重，它比较严重。这边是写说，经考量上开三栋建筑物使用情形及补墙效益，只有三栋吗？到底你们你这一个检视啊，这个检视是全部检视，还是只有针对若干栋的检视？所有的宿舍26栋都全部检视。检视完有几栋要补墙？它有些分轻微办公室吗？比较严重的啊，急需补墙的，但有分3个层次，所以我们是用急需补墙比较严重的北投党库优先来处理。所以你明年只有编这一栋？对，只有编这一栋，其他的其他还没有编，因为他说其他有几栋？26栋。不是啊，其他有几栋要补墙啊？你现在说你现在编的是最严重要补墙的嘛？你只编了这一栋嘛？总共有3，对不对？那还有几栋要补墙的？对，我知道，因为主要是有3栋。刚刚我讲过自野新村了，因为我们预备要拆掉了，所以我们就不补墙了。OK， 对，还有旧党库，旧党库也在这个自野新村里面，这两个部分我们大概就不处理了。因为已经要拆掉了，我想就不需要再做。所以那2栋就不处理。对对。所以只有这一栋要处理。对，因为现在这栋还在用。OK。主席，不好意思哈，我想请教一下哈，你们的党库到底是现在在位在哪里啊？这个在北投马路边。那你们爱国东路22号4楼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作业中心。作业，他们租的。那个是租的，这个党管作业中心。
啊，放的都是外交部，就是对 啊，最近的新军。在北投是什么东西？北投也是库房，所以你有两个库房，不是一个库房。我们总共有三个库房，然后这边跟委员报，这是我们库房分布的情形哈、哦。这个十万册的部分是北投党库，这个是汐止党库。还有访托的部分就是这个10000册，哎、那另外有8000册是我们现在同仁正在办公，我们有一些临时要调卷，说我们是放在部里面的库房，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个库房的分布。那我想请问一下哦，我看你们112你要搬去外交部新店那个地方，对不对哈、哦？那不是要搬去，因为他只有给我们那一个空间是103坪，那根本112年才可以。那103坪的话，实际上空间非常的有限。能放多少个啊？现在你们要取代哪一个？他只是给我们，我们原则上当初是因为党管作业中心，我们跟他说有一个党管作业。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们那些档案库啊，是每天都会用到吗？每天都会用到。你每天都会去那边那调公文吗？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公文放在哪一个档案库啊？我们是有依照档案局的那个档案管理哈、哦、制度、嗯，所以说我们是数位档管系统里面调的话，透过电脑系统都可以调得到。那所以你们三个地方有派人在那边，都有进驻在那边吗？是，所以说就是浪费。那我有建议你们吼，你们为什么不要考虑搬台机呢？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型的仓库空间，这个太远了，要调会呢，气太重了。不会啊，脏话不错，不是脏、啊、话不错，而且那个租金比你讲的那便宜很多。没有讲脏话不错了，那你搞了那么多地。地方，然后你每个地方在不同的位置，没有那个。现在我问一下，然后因为新北市你的租金贵嘛，你把那么贵的租金拿去放文件档案，你的效益就很差、啊。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基隆本来就有很多都是仓储区，这样啦、啊，我们把中央单位全部迁移，可以啊。所以我这边要提案，我要不管，反正不管没有没有主席，我可以每个委员委的人表达意见的看法嘛。我有提示16万呢，迁到基隆。没有，我最喜欢先，所以你们至少把档案库都全部搬到基隆来就好啦。基隆的很多仓储，我们就巡一巡，很够用，而且面积都够大，你一个仓储区就全部搞定了，哪有需要搞成这样子？我跟你讲，是的啊，你在其他，因为不然桃园也有很多仓储区啊，那不是一下子就搞定了？他好，对啊，你比你现在搞了那么多的地方，然后租金又这么贵，是啊，那个我还是回到 我先回到效益赖政那一个事情哈、哦，你那个仓储区可以提。妈，我为什么这样讲？我讲完之后你就连赖政怎么都不用去处理了啊？好好好，我们下一个啊，失焦了，一个来好了，那下一笔经费删掉。好，没办法，主席，一个一个来。我可以先厘清一下，我们现在讲的44案，没错吧？44就是那个耐震的硬体的嘛，因为这边有几个费用，一个是管理费用，然后外一个是相关的这个耐震费用，还有一个是租金的费用嘛。我们现在只是讲很单纯就是耐震而已嘛，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不是，我现在因为哈这边你有一个争辩的，你写得很清楚，他说赖院长特别指示政府将于4年内投入60亿元的预算。请问这60亿是行政额外出还是你们自己出？我来说明一下，因为这是院长指示嘛，4年内投入60亿元的预算来做这件事情呢、欸，建筑物耐震安检暨辅导重建补强相关补助措施。所以这是报告一下，因为那行政院编的，因为如果他讲了60亿，感觉上好像是院长要掏60亿出来呢、欸。否则的话，他应该就是指示各部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好了，他不应该去讲60亿这件事情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行政院编的这一款是在内政部向下，他要补助所有的办公房舍。对啊，因为我们的档案库房跟宿舍不属于办公房舍，所以由各单位自己编列。你们也有人在里面办公不是吗？是很奇怪啊。档案管理的工作不是在那边上班的、啊，不是他有人在里面上班的啊，他刚讲啦，所以这笔钱应该由内政部那笔钱来付啊。但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请教过内政部，那他是说这个不属于他们的部分，所以哎呀，那这你内政部，你外交部被内政部欺负，哎，部长你这连这个钱对不对？内政部都要。都要吃定你们，对，但是我说从预算的角度，因为你们是不是你们是被函令要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先去。那照理讲，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这笔钱，他内政部那个六十亿的钱要来支付这个775万呢、啊，这才合理呀、啊。这才合理呀、啊。哎、因为这都是属于政府 的建筑物嘛。如果这个是外面租的，那当然不行。可是这个是属于政府的公用建筑物，所有权是政府的嘛。那内政部主管这一个整个计划，他也编了一笔钱，我搞不懂为什么外交部不能用这笔钱，听懂意思吗？然后等于你们自己还要再多掏775万做这件事情啦、啊，那不合理啊，我觉得不合理啊，这不是钱多寡的问题，这是原则的问题啊。你们应该跟内政部去争取这一笔钱才对，因为这里说什么里面没有人办公，那照他这样讲，那很多东西都不应，那是建筑物只要没有人的地方，建筑物都不应该去怎么样去整修啦。照内政部的逻辑，就是只要没有人办公的公有建筑都不应该顾虑他的安全，那你也不该整修啊。他怎么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来，我建议这样子哈、啊，冻结一百，让你们去努力看看呐、啊。因为921之后的补强哈、啊，国宅有国宅的补强，学校他们都会有个 CDR 值了，所以你应该报告出来说，我全部是不是全部都有 review？ 那要拆掉的资源我们就不处理。那整个检视完哪些？它的 CDR 值是需要整修，有的需要拆除，它有分红黄单嘛。那接下来像有的学校，像我选区在关庙国中，就变成也不是花内政部的，是教育部编预算让它重盖。哦，那所以它的经费来源都有不同的，所以我建议这议题我们就打住，因为确实该补强就补强，那个是科学数字。但是冻结100万，让你们可以跟内政部对了，能够跟他争取就争取。不，我不能争取，该补强还是要补强了。那我其实他们补强这个件事情，没有人反对。对，好、哦，而且你刚刚讲那个数字，内政部自己也讲了，好、哦，你的建筑耐震力评估的需求值 AT 应该是0.24克，那你北投挡库目前只有0.13克，这个有数字标准，是第三方鉴定，我们都同意。我只是在争议说这笔钱不应该你们出，你们应该去跟内政部要。如果内政部有意见，请他到本委会来说明，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嘛！你花了60亿叫各单位去做这件事情，结果人家真的需要，你说哎、欸、不行，你那不符合。因国定国际他的，他不是整下来吗？对不对？我要帮你们省下这笔钱呢、啊。好，那44案，因为是针对耐震补强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那我们就45并到48，刚刚已经宣读过了哈，我们先请外交部说明。这边跟委主席请示一下，因为45万刚刚已经做了非常这个完整的说明，可不可以这个就并案？就是好了，太，好，哎，就并案啦，现在就还一直到48啊，是，一直到48，对呀、啊、对呀、啊，到48一起解释吧，是。不然这个部分刚刚有说明，是不是我们提案委员把我们的那个理由在？可以提出来，是包我的，可是对，可是还有4647啊，有蔡委员，是蔡委员的，他、啊、都有了。好，那我嗨，我提案的开始了，是调整班长。好，我补充一下了哈，刚刚虽然大家说明很清楚，可是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我们目前党库的部分有北投、汐止、纺拓，北投是我们自己的。可是汐止跟纺拓是用租的，是它年租金要800多万，你如果租10年，它就要8000多万，这样是不是值得？所以你如果说可以自己，我们刚刚一直讲，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第一，你不要用那种盖宿舍来用，因为呢它的面积其实也不大，也不够你放，你还是要找地方。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有提那个天母使馆的部分，不管你在它的哪一个部分哈、哦、需要再加强的那个，我们编预算。你再怎么加也不用到8000多万了，而且还是自己的，你就不用再移来移去。你的万一人家3年后不租给你，或者有其他的使用，你还要再换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也可以一并做整体的规划考量。然后如果可以可行，我们就这样执行。它不行，有什么样的原因要让我们所有我们委员会的委员知道？那这个部分，其他委员还有没有意见？我们就并案冻结好了，好不好？
那个主席，并案冻结，并案冻结我赞成。那金额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我们刚刚是讲说要冻结多少？一百万。好，100万我。没有要加码啦，就是这样子，我很赞成。但是呢，我因为这个档案管理的部分，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在质询的过程也有询问过我们这个档案局成档案库成立的问题哦。那当然，我很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历史有重要历史的这些档案呢，我也要求我们外交部要跟我们这个文化部来做研议，把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这些档案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以上。是因为刚刚是内政补强，我们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我知道，我就是内政补强，这是一部分，这当然也是我关心的部分。那我另外也关心的就是说，好不好？我们从46到48，我的案子是48嘛？我的案子是47嘛？那当然，我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有问到这个内政补强的问题。那同时，我今天也要要求我们外交部把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这些档案，那跟外交部来做一个研议，如何来保存下来。就两个部分，主席，我要要求的部分就是这两个部分而已。是，好，好，那我们45到48号，我们并案冻结，因为我们提400万呐、啊，我们稍微少一点，我们。变案冻结100太少了，好200好了，变案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是。我们现在。下课。不休息啦，下课不能下课。我们现在休息到下午1:30继续开会。好。好我告诉你啦，这些委外的没有按照劳基法，我知道根本因为委外的。所以就不用面了。这个业聘人员都没有比较劳基法，因为我刚有去上他，他不是劳，他没办法比较劳基法，他是一个派系存在。我刚有上去看法国。我懂你讲。干嘛？那不是，不是给他讲一下。都已经吸引，都来，一个拿工，厂商往下面拿工，往下。